之前也得了，我全家都得了。是哪一批？就是德尔塔还是这批奥密克戎？那时候已经有奥密克戎了，但我觉得我得的也不是我，因为我还是失去嗅觉了，失去味觉和嗅觉了。那个好像是德尔塔的那个症状，我也啊，就早期的症状失去味觉、嗅觉。反正我们得的时候全都失去味觉、嗅觉了，然后一周就好了。嗯，吃药了吗？就吃一般的感冒、发烧的退烧药。我是疾病乱投医，我是刚一般的药也吃，然后那个多喝就是说茶水之类的，就是绿茶啊这些，茶水好像也很有功效。就是你喝茶的时候，你把那个茶对着鼻子上，不要先喝进去，就先疏通嘛，疏通你嗯。那个气嘛，就靠那个茶的那种提神嘛。然后喝那个，我也是失去味觉和那个味觉还好一点，就主要是嗅觉。然后嗯，喝那个，我发现就是那叫什么，国内那个前两天炒那个中成药叫什么？那莲名字？花清瘟。啊，莲花清瘟，那个对你，找回这个味觉是有帮助的。嗅觉呢，就是用茶水熏鼻子，或者是用热水也不行，最好是茶水，绿茶或者嗯。熏一熏鼻子能好一些，能帮助你。我发现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些东西。虽然疗效没那么快哈，但是你只要坚持服用的话，还是有，我觉得还是有功效。OK，啊，看来不是假的，真有用，就是你有一真有，些减轻症状的作用。对，因为我前一阵儿我的同学得了以后，我可能是道听途说，觉得这个东西有用，给他们，我算是一，哎呀，这个算私心吧，我现在给他们拿他们当练手，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用，他们确实说有用，这我才得了以后，我发现他们说都有用之后。我之前我就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放开以后谁都跑不过嘛，我就嗯，在家囤积了一些，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它这个东西不是本质上帮你治什么，就是说起到一种，就是说协助性的吧，辅助性的。嗯，我是闻那个精油，我老婆买那个精油，就是用什么各种花磨成那个油，那个刺激性很大嘛，你平时闻就特别大，到那个时候就能闻着一点点。对，那说明中国人吧，走到哪儿，不管全世界，这个东西老祖宗传下来的，还是应该用一用，我建议。刺激鼻细这些胞土嘛，办法，刺激，嗯，然后再就是这个新冠这边，就是说，就疫苗的情况，你们那边现在还要求再打吗？现在没人管了，疫苗护照也都放开了，很多场所、电影院都不用疫苗护照了，都可以随便去，对，嗯。韩国的情况是78%已经接种过，不管是1次还是2次还是3次，基本上都已经打过了就是好几圈，还有轮打过来了嘛。然嗯，后现在总想找理由找第4次，因为现在你像韩国这种国家，日本、香港这些地区哈，包括一这些新加坡，我在我眼里是这样的，它属于一种高知识人群密集区，就是属于就高智区嘛。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可哈，就嗯，嗯。是。他们对吸收阴谋论的这个东西是成体系的，是有过训练的。这些民众就有一些，这样的话一点到辐射到面，民众是有一些警觉的。而且在韩国有很多护士就怀疑这个疫苗嘛，就是他们呢，因为韩国很多诊所可以拿到这个怎么说，这个疫苗嘛，他们就可以这个放用做了很多测试，用放大镜去这个看里面的物质嘛。他起码不嗯，能分析不出来里面是什么，但他能看到吧，用肉眼。那么，也就很多，就是说不同的虫子，他们发现有好像是有60多种到70多种虫子在里边，有不动的，有蠕动的，还有是受刺激才动的。完疫了，苗里的虫子，对，还疫能苗里像用是显微镜，不是用用显微显镜，用微放镜，大镜，用就显显微微镜镜，来就看是医啊。疗用一般的诊所都有那种医疗用的显微镜嘛。嗯。就一般是看血液嘛，但他把那个血液不看血液，他专门看这个疫苗，就觉得那个里边有东西。然后里边我看了很多分析，说是什么，就是说是，算是一种生物合成的机器人在里边，就是叫什么纳米机器人。这是哪种疫苗？说的大概，莫德纳也有，然后辉瑞也嗯，有，好像也有，嗯，好像是我记得是，好像是主要是莫德纳。
你说他说是机器，他说不是正常的虫子，不是就对，是，他说是是这机样，器的啊。有是冠状的虫子，有是四方形的，有长方形，都不一样。有像毛毛虫的，就是有圆形的，还有那种半圆形的、椭圆形，什么都有。他说有60到70多种。嗯，这个是在韩国算是阴谋论呢，还是算不是不是是大家不都知算，道的？嗯。是不是也不算大家都知道，他属于他原来有一段时间他上传到 YouTube 了，然后他去抗议嘛，他代表他就很多家长找他了嘛，然后他自己也说。就是说，那个要揭露这个政府的这个东西，就呼吁政府不要再进口了嘛。然后之后，他的这个 YouTube 就被下架了嘛，他上传到 YouTube 上，然后新闻媒体都有资料，嗯，那新闻媒体资料现在还有，就是新闻嘛。然后他曝光之后，陆陆续续的还都有一些大夫出来曝光，甚至还有写书的，像嗯，今就，天中国又开始，这不中国刚刚开始接种国外的吗？买了一对大啊。堆，都得接种上。我发现这个契机点，我不知道是我在我眼里哈，以前就是我感觉就是买来，但是没有那么大面积，其实已经大面积。其实这个东西吧，中美这个病毒，我就发现乌克兰他把这个东西爆出来以后，通过这次俄乌战争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吧，就像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就是真实版的上映了一次，给大家就把所有他们现在老领导想搞的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次，就传统的。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战争，就是那种枪炮的、火器的这种战争，给你看一下。然后呢，这种新数字战争给你看一下，上演一下，对比一下。哎，然后如果要是在东欧吧，算是乌克兰，在欧洲这个地方打造一个新型战争的一个，其实上一次的这个战争的模型，或者是叫试点单位，是在朝鲜半岛嘛，把韩国整个就打废了嘛。北边建立老领导在北边建立一个，叫怎么说，核武的导弹基地算是一个吧，然后在南边呢建立一个数字，哎，不能说监狱了哈，叫数字系统吧，模型就智慧城市嘛。那么现在同理就是在乌克兰，我发现我搜了好多中文媒体，包括国外英文媒体是有一些，但是你不仔细去归纳的话走不出来。就是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智慧城市的这个解释视角，就是要重置嘛。你要打造老领导要打造这个智慧城市，你必须要重置这个怎么说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硬件嘛，基础设施嘛，就原有的东西。因为乌克兰你也知道有好多东西它都是传统的欧洲建筑嘛，但那个东西不适合搞智慧城市嘛，你怎么办？就是，哎，你看整个欧洲。现在就现代化城市建得好的，就是二战废墟以后建得好，就比典型的是德国嘛，对不对？那么这次是不是用同理的同个手段，就是手法很像，就是不管是朝鲜半岛战争还是德国打残以后重建，然后这次的乌克兰也是，因为乌克兰把他的这个总统可能会在舆论上去推他嘛，把他当成一次就是政治明星，然后在实际的基础设施上，我判断是。通过这样的新旧战争的这种测试，各种武器、尖端武器，包括这次是所有老领导几乎在乌克兰上了所有的武器了，我感觉，包括天气的，包括威势，就是微片观面的儿，全部都全上了。然对。后呢，要我感觉是将来可能是没有这样，现在目前没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对于乌克兰会打造一个全球的新型的未来型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城市这么个体系。嗯，这是我的。一看法，包括粮食啊，各方面，其实，我们的衣食住行，老领导是一个都不带放过的，那怎么能可能就是放过任何一个声音呢？对吧？所以现在看的，我们所看到的战争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为了这些钱，所就是能量，第二就是这个修仙剧本。我一会儿想问你问题，就是我把我这半年的一些看法。跟你说一下以后，然后我也想因为我始终是还缺一部分一半儿，因为我之前我也偶尔看你跟其他的网友去聊，会聊到这些休闲剧本，也聊到了比原来比去年起码是挺多实质性的东西，还是有人才去理，你还是能聚了一些人。你我刚不才知道，说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这个，那你这个判断的意思是，最后打完了以后，乌克兰还是在老领导的手中，不会被俄罗斯吞并，还是说被吞并了，还是说他半独立的无所谓的？其实你无所这个无所谓。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因为你在你的节目当中以前也说过，普京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我再说，我给他举个例子，朝鲜半岛来看，北朝鲜这个三胖是吧？他这领导人，你想想，他如果是真跟西方对立的，他这个领导人是在瑞士长大的，而瑞士是老领导的老巢之一吧？是吧？一个反西方的人是一个小孩儿，在瑞士长大，老领导他脑子有病吗？对吧？那不可能是，他明显是，就是说这个世界，我觉得哈，没有一次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需要钱嘛，需要资金投入嘛。你也知道孙中山这些他是怎么发家的嘛，对吧？好多革命没有一次是我们民众，就是说靠民众真正自下而上的革命，没有一次是全世界到历史上到现在有。你要古文明咱就不知道了哈，就是咱近代来说，你看你要是查他们的这个资金来源各方面的，啊，包括哪一次不文明，这个哪一次的革命，基本上都有老领导的影子，而且对。亚洲的文明，你看。就是在咱们不说别的，不说远了，就是东北亚，哪个跟美就夏威夷没有关系呢？你看李光耀跟夏威夷有没有关系？韩国的李承晚有没有关系？孙中山跟夏威夷有没有关系？中国的过往的领导人，哪个跟法国，哪个跟德国没有关系？有没有是不是留学派呀？你仔细查的话，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这个大聊了我们的所信仰的这些，就是全不是咱别说我们了，我们全球现在所信仰的。所谓的这样的民主和共产的两个对立的，那么在老领导这边，他是不是两头下注啊？所以说，我们这样的对立思维是不是应该抛弃掉？就是说，现在制造的所有的粮食恐慌、能源恐慌，包括各种什么绿色经济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是不是就是还是就是说，你要学看历史的话，会有一种就是很多手段、手法、模式都很类似，先制造大恐慌，大恐慌来了以后呢？才有这样的一个英雄出现，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伴随着共产主义或者是民主主义解放嘛，人思想的，就这种，这个角色的扮演，就痕迹很明显。我不知道我说的要让你听没听懂，就是两方都在扮演英雄嘛，都，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嘛，双方都在说，但是这个双方呢，我觉得是背后还是有大领导在的。那么有人会疑问，那么既然是这样，大领导都已经统治了，都主动权了，为什么还要搞对立阵营呢？我是觉得这样哈，他们背后的大领导之间，现在在他们就是人呢，有了一定的钱之后，钱就不是钱了嘛，他要的是权力嘛。但有了权力之后呢，他要的不是权力，他就是权，他要的他就是权力，他本身就是权力。那么有了他本身的权力之后，他就不再要这个本身的权力，我觉得他要变成神，起码到我的认知这个范围内，因为属于我还停留在这个。一型文明嘛，二型、三型，老姜你在你的那个节目里讲了吗？你们的思维是二型、三型，我还没过渡呢，是吧？在我这儿，我是这么理解的，就说这个尽快要抛弃对立阵营，然后呢，去冷静的分析这个世界。我们回到乌克兰，刚才你提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说朝鲜？就普京这个人，你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点醒过我，就说普京这个。在这个全球当中，他的地位是我觉得是高于三胖的，他在这个老领导体系里边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怎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你只有朝鲜在导弹试射以后，你才能把引来航母嘛，才能引来更多的萨德嘛，你才能引来更多的所谓的军工体系的这个生意体嘛，就是一唱一和。对，以前呢掩盖的很明显，就不太明显。但这次通过俄乌以后，老领导这都不是阴谋论了，这都告诉你，连阳谋都不是了。我就他是明枪梗，他懂的人他一下就能懂的，不就是不用再怀疑了。这一下就是明显告诉你，我就是要干你，你看你服不服？你还别有抗争，就是这个意思。我两个老领导就是威力就是这么大。对，你说的这很好，感觉你的这个思维和描述都是非常有系统的。就是非常的合乎逻辑的，我就想再说一点，就西方媒体有一些阴谋论吧，阴谋论的观点有一种说这次马斯克参战了嘛，啊，马斯克是带着星链参战的，而且是一早期他就加入了。你看现在乌克兰的很多新闻就是说士兵的车上装着星链的那个接收器嘛，那个 Starlink 的，然后他们就说乌克兰的那个小丑总统演员泽连斯基。他感谢马斯克的时候没有提美国，他是直接感谢马斯克个人。然后有人就说：“哎，怎么？那假如马云参战，
就用了什么阿里巴巴、淘宝，那泽林斯基是要感谢马云个人嘛？就在就这种语境体系里，好像他是代表另一个势力的在参战，他不是代表美国，也不是代表任何一个地球上的国家，他可能代表老领导在火星、月球上的什么势力，他是一个天军，就是说天军在参战，所以这个战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球上的国家的战争，起码从这个可以看出来，马斯克不代表任何一个地球国家。你是这么这个理解视角，这个视角是老，就是很多阴谋论也是老领导放给我们嘛，只不过是被可能有些民众他会很偏激的去接收这个信号，而我们接收可能是区域理性啊，我只能说是区域理性，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马斯克大家都知道是代言人嘛，他是不是人也不一定嘛，有可能就是属于是霍金的升级版嘛，霍金原来是瘫在那个什么的嘛。就是瘫在椅子上的嘛，他经常会输出一些概念性的模型化的思维嘛。但是马斯克他是什么呢？他是属于就是学术上一定要老领导在学术上一定要占领这个制高点嘛。那就是你说一般正常的人，他把他放到就是哪怕是拿到诺贝尔奖也不行，他就必须得树立一种这种类似于这种怎么说就这种像残疾人这种，你看。即使残疾人有这样伟大的思维，是吧？人类还是有希望的。你看科技这么发达，人类还得，他总得去占领这些道德的制高点嘛，和这些东西。我是这么判断啊，老领导对于技术，就这些科技人员呢，他是一切在他掌控，而且他技术应该是超过我们正常人接触范围。我自己因为这半年，好像我不知道哈，国内好像没有这个专业。我来到韩国以后呢，我开始研究未来学，因为在欧美来说，未来学是显学，就跟外星人学一样。他的那个也，我发现就是我收集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个教材，比现在的教材要好的很多很多。就是那个时候释放出来已经有了量子科技，或者说类似于元宇宙的一些基础理论都有了已经。那么我就判断呢，至少老领导在就他们保有的技术是50年超50年到100年的，就是我所能探测到的东西啊，就是你不说吗？这个世界上知识有一堵大大的墙吗？你是穿透不了的，但是呢，他排除不了有 bug，这个 bug 就是科技人员，我觉得就是一旦凡谁要是能创造一个东西，你不听他话，那么你是不是会就是还会有就是有这类似于这样的马航系统呢？就是马航的事件呢，对吧？为什么要射死那些艾滋病的学者呢？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能源领域，在科技领域，绝对不允许这个世界出现 bug。任何国家逃脱不了这个他的这个东西。你要是搞就在老领导眼底下搞，就是反老领导，或者是你反两个主义，你都很危险，因为他们都是一伙的，好吧？你只是被意识用的工具而已。你看看前一段时间，我不说，就是这么多坠机事件，是吧？你还看不清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觉得你想逃过老领导法眼？你觉得你跑你在这个怎么说？你是西方为西方人干完活了，你跑了以后跑回西方，你就真正的民主了，你就真正的解放了。除非你是郭文贵嘛，被脑控了。而反过来说，你在西方干完这些事儿以后，你回国你就没事吗？看看最近近期的几次坠机事件，还不明显吗？对，一切都是在老领导的掌控之内。对，从宏观上说，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嘛，都在这个机器里边。对，但然是后，我们是在不同层面嘛，像我们这种接触不到老领导，也根本就没机会那个拿到那些信息的。然后对。还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以前在节目当中好像提过蓝光计划是吧？就 Blue Plan 嘛，就有一个，就类似于这种，有个这个计划，细节我都忘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按照老领导的传统，就是你要梳理一下这个历史脉络以后，它能不能就是说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地方要同时制造恐慌吗？那么这个时候要配合着，一会儿我会说为什么哈，就是一个是外星人剧本，一个是病毒剧本。现在还有个剧本叫碳本位系统嘛，就碳本位的金融系统，它现在要导到这个东西。那这个世界现在都知道，你要有正常思维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地球的温暖化这个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是伪命题，伪科学嘛。反而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这个地球的这个算法游戏当中的一个又一次小冰河期的一个就是说属于调整期嘛。就是小冰河之前提的，当然我不排除哈，这个气候是一个
肯定是有周期的嘛，肯定是有这样灾难周期的，就是纯自然现象。但现在人为的现象更大于自然的现象嘛，因为是要主动，你要有，就是说你要有主导权，你要是想获取这个能量的主导权，你必须要制造恐慌嘛，建立世界统一政府嘛，对吧？都得听他的。那么这样顺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来看，病毒只是一个怎么说加速剂，因为老领导自己在说，总是在强调病毒加速剂。那么未来这个病毒怎么演化？我觉得，还是跟它这个清洗人口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打疫苗配合着疫苗嘛，打到你体内，或者是你感染新冠。我这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叫《销售疾病》。好，那个英文名我忘了哈，但是翻译过来叫销售疾病。我有机会给你切些图放在咱们这个群里边啊。它这里边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叫免疫力摧毁时代，或者叫摧毁免疫力经济嘛。它是通过掌控你的免疫力，让你听话嘛，就掌控你的钱袋子嘛。然后你可能不听的话，那怎么办？打造一个最大的一个新型的监狱嘛，就区块链嘛。因为区块链，我觉得不是去中心化，反而是更中心化，就是把你的所有的经济活动，而且这次的俄乌战争呢，也是跟像马斯克刚才你到了，我想说，他收购推特嘛，他主要说是为了世界更民主嘛，言论更民主，他推特被封过嘛，我觉得都非常可笑。这个，很多人觉得他要拯救全人类嘛，就是跟上次特朗普那个一样嘛，都觉得他会拯救全人类，那殊不知呢，他也是底下的一个。你仔细查他历史，你可以看到他怎么发家的。就是人类所有的，别指望人类能拯救人类，一切都在老领导的掌控之中嘛。就是说他是要配合着老领导的数字经济、数字货币，还有这个火星移民的这个计划当中，就是一个推特嘛，他会给他提供很多的数据的，还有数字孪生系统的一个构建嘛，还有包括智慧城市。本质上它是要控制嘛，控制你的思想，是吧？因为这个新媒体啊，就是我们的控制我们思想的一个牢笼嘛，属于原来的控制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现在要配合着很多纳米机器人和新的区块链元宇宙来锁你嘛。然后呢，你刚才说这个免疫力摧毁这个，对，以后就精准医疗嘛，就已经都打进去这个你说的像那种虫子。纳米机器进去以后，它可以控制你吗？对，然后还有更可怕的是，它这个医疗结合区块链什么呢？将来会就像我们的水，你看那个最近韩国拍那个电影，老领导拍的嘛，哪里是韩国拍的？韩流，你之前其实又说题外话了哈，就插一嘴，他现在扶植韩国，你发现了没有？他昨天韩国加入了北约，还是前天？就是韩流现在进入到4.0时代了嘛？其实这些韩流啊。也不能不排除，就是韩国这个本民族的一些文化优秀的东西哈。但是说你要说宣传路径啊、手段呐、啊，还有他的这个剧本啊，越来越暴力嘛，越来越西方化嘛，就西方人愿意看的嘛，显示主流嘛。然后这些东西看似现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背后老领导推的嘛。你比如说他那个推的，你看任何一个你想文化意识形态，你想去征服西方的话，你必须先征服这些 Twitter、Facebook 还有这个奈飞嘛这些平台嘛。老领导不给你平台，你想去宣传你的东西优秀性，你不可能了，你没有利用价值，他怎么能扶持你呢？所以说，现在当前的一切都不是科学，一切都是幻觉，或者说是一切都是我们所谓的叫政治外交学里叫国际关系学里边叫地缘政治嘛，就外交嘛，要搞好外交，你才能，稍微还能看懂一点，只能是，而且你提过了，就是外星人，就是你要不懂外星剧本的话。你是不可能真正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是国际关系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外星剧本呢，有可能啊。如果按照老领导的这个手段来看，它是一个在病毒之后，如果病毒达不到很多的掌控效果的话，它会人为的创造外星的威胁，就是先再造，就是把那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些一个个克隆人，把这些东西你稍微虚拟化一些，再去高科技、黑科技化一些，它可能会就会造成一种人为的侵略。其实这个东西那一派有可能是，老领导，因为他超过普通人的这个所掌握信息超过50年到100年了，完全可以去仿造一个二型文明，就是一型文明到后面二型文明，叫什么什么指数？我记得你在我那个文章，就是说你之前，它完全去可以去造一个东西
去那什么吗？做一个对，主导。还有个卡尔达肖夫什么指数，啊、什么整一批什么加莱道夫这些脑残过来去骗我，对吧？有这些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都他们都是可以造出来的。但你不能排除，就是说不排除这个世界，就是说真正有外星人。但我觉得，通过很多天文学，我最近也是在国内购买了很多天文学概论哈。我发现国内的很多书啊，它有很多人瞧不起你，觉得你在西方国外，好多书都是在老领导在中国打的模型里边，很多释放了很多好书信号。你不盖茨，那你活该。嗯，你瞧不起中国，那你活该。你说我多爱国是吧？对，你还能从中国买的书，不容易。对啊，还能运过去。我在中国买东西都运不过来，从上海走不了的。没有跨境电商吗？有的。有，你运不过来呀，很难运呢、啊。现在你看都撤出中国了，那些大公司啊，快递都停了在上海的地方。你要走上海的话就很难，很慢。嗯。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国你买书成本太贵，你要买，你现在中国的翻译水平很高很高。老领导这扶持这么多翻译东西，你看没发现我研究那个未来学挺有意思。老领导吧，在国内他扶持了很多学者，替他们释放信号，做法是一样的。嗯，他们翻译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亚于这个欧美，而且我觉得翻译是一种二次写作，他有的时候更理解中国，更能让中国人看懂。完了，这个信号释放是同步的，只要是老领导要释放的，在所有语种大语种，我觉得肯定是同步的。啊，你觉得是同步的？我原来我也这么想，后来我怎么想了？他老领导是他第一次放完之后，他怕你看不懂，他在拍电影和动画片，嗯，他有的地方呢他还是看不懂，怎么办？找翻译，然后帮你去润色，哎，超的、嗯，而且比第一次原著者写的还要好。但是这些是就这些东西，它是达到不同的人群嘛？因为你写书，你说中国人有多少人看书嘛？对不对？就是不看书啊！中国人有多少人看什么动画片儿？不看动画片儿，他是电视剧什么的。对对，老领导是防的两种人，一个是低智商人嘛，找那个大千显原因，就是把这些低智商人就告那个，就是说世界上就是对于这个老，其实你要。仔细看，你知道大兴安业不也都是老领导的人吗？他只要去美国的话，你洗不清的。你国内你就说咱们公务员这批人，有多少人是因为老婆什么什么这些亲戚在国外有工作，你政审你都过不去，那你保不齐你是不是光明会的人呢？共济会的人呢？他们那个触角那么深，对吧？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你看似能脱离老领导的，你根本很难去脱离。嗯嗯，有一些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我觉得就是为了钱驱动就够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条线上或者在做什么，因为只要用这个利益嘛，就足够了。嗯，跟郭文贵的手法一样嘛，打造一个反共系统，嗯、然后哎扶持一堆傻子跟他一起弄嘛。不傻，那些人可不傻的，人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对对对，加入郭文贵的很多是人才，你看他人家又能做翻译，又能做这些直播，专业的主持人，专业的双语的多语种的那个人才都在那儿。哎呀，说白了，他就不想，他就是想他知道国那个怎么说？以前钱学森呢，他回国之后，我就觉得钱学森也不是明明白白的去回头跑到国内的。老领导能放他很他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剧本是什么呢？是千辛万苦跑回去的吗？是胜利吗？你觉得可能吗？这个世界上，就把核技术给你了，就是把核技术送给你嘛。可能吗？朝鲜怎么拿的核武器？他的这个领导人是谁培养的？醒醒吧，我就觉得。中国的这个都是，这技术的转移肯定是就是给的嘛。哎呀，都是有用的技术，对对。然后，就觉得钱学森他也就是说。他快去世的那个时候，他说了一些真话，就是这个世界你不要，就是像告诉中国的科学界嘛，他的学生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世界，你去钱学森上海那个，他有个博物馆，他那里边手稿都有的，都可以去看，买他的书籍都可以，他教材里边也有隐隐约约都提及，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光是我们认知的那种物理这样的一个科学体系，那么到后面发展起来了，就是说他后来他去世之前一直练的是气功嘛。因为他深信，就是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套体系在，另外一套系统，就是这个修仙体系。然后我刚才想跟你说，这次我得新冠，
我用很多招嘛，就传统的、非传统的、西方、东方都用了。但这个东方里边，我还用了一招，就是以前在国内信了一个老仙儿嘛，这个老仙儿能治病嘛，就是会隔空，就是在他眼里没有时间和空间嘛限制嘛，他会比如说给你投放一些药嘛，给往你家里，按照他的指示，吃了以后会明显会好很多，因为我不想依赖他，但是每次到了过不去的大坎儿时候，我还真得找他。对，这个有安慰剂效果，即使它没有效果，安慰剂的效果就是你自己的，因为你治病不只不是算慰靠那个精神会影响肉体嘛，精神能影响，你一相信，然后你就觉得好得快，那你就是好得快，你整个精神状态就影响你的恢复速度，这是绝对的。安慰剂效也许果更就心是，里嘛，其实，但是那个，因为你说，假如真的是修仙，那它怎么影响你？它是直接影响你肉体吗？也不一定，它可能就是影响你的精神，就所谓灵魂或者是哪个维度的能量什么震动什么的，然后才反过来影响你的肉体，对吧？因它为也有可人能是，刺激你那个中哪个中枢神经那个区域哈，是吧？对啊，因为你吃药有的，它这个机理作用可能是一样的，它不一定直接就是像我们以为影响肉体的哪一块什么的，啊。应该是整体的什么因素，那就不知道了。但你刚才说有一点，我也想说都忘了。你说这个50、60年代的书可能更好吗？啊，有更多真相或者怎么样？就是现在都没有了，或者现没了。在没有人看书也，而且现在出的新书越来越少，有内容的东西，而且包都括是对，都是领全导的球，东西。你只要仔细去找那些大学的博，对对，现在很多大学的。我发现近几年呢，你可以去观察大学的博物馆，不是大学的图书馆，好多老书他们在扔或者在烧，这是全球现象。哎，我觉得对，这个挺有意思，是他因为也什么？存不过来，也没人看，别人也通过不来，好整理。哎，真的很可惜啊！很多老书要比现在新书好多好多，我觉得好上几百倍，我这么说我都觉得不过分。对，这个有一个，之前我看一个视频嘛，就是也相当于阴谋论，他就揭露全球变暖的，他就想找。天上撒这些就所谓的 chemtrail 化学这个化学飞机的尾气嘛，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元素？然后那些元素到底它有什么特点？你到新的书里找这些元素的特性就讲的很少，就到了老的书里边就特别全，就相当于很多信息它已经不告诉你了，在主流的这个教科书里，就相当于是被管控的信息，这些东西到底能干什么？有什么特性你不知道？你正常人不可能接触到了，你这元素周期表里几百个元素。每个元素都真的有什么特性，对人体是什么作用，对不对？这而且些我们对。老领导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名牌大学、国际教育这样的一个内卷体系嘛，他就希望你们都在这里边卷嘛，都锁在，就是上一次的工业文明的知识，你看，其实农工到工业文明这样所有的大学这样教育，不就是教育我们规划我们就是说不要干出格的事儿嘛，简单说就是按照他那个规制来嘛，他就怕出现一些 bug，但是呢。他还需要一些科学家为他服务嘛，所以说他稍微释放一点剧本，还是不是完全去那什么的。他但是我还想说，刚才就是说，他对于就是这种低智商是有一套管控体系系统在，对于我们这些稍微醒的人，他也有干扰系统在。每个人都有喂给你的这个粮食嘛，都要不有，然对，都有不给要你的，超过那堵墙，不可能。你要说你要超过那堵墙，你醒醒吧，这。对，这个绝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这老领导不是说给每种人都有，因为他也不是说考虑每种人，他可以就是所有的媒体嘛。因为你每任何人你接触信息都得通过渠道，那你有什么渠道嘛？你渠道你能数出来就这些。你像比如我天天接触什么渠道？你说的推特啊，出国的人都用推特，好像觉得逼格就变高了。然后油管嘛，油管中国人也用，全世界人都用。然后还有就是看一些博客，非主流的博客。还有就官宣什么 CNN、BBC 中文的、英文的，我能看懂的语言的，就是每个语言都有官宣嘛，央视，对吧？就这些就东是，西，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知识，还有战争也好，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识形态也好，是什么样的伟人也好，不就是数字人和模拟人和克隆人之间的游戏吗？
还有我们这些现在新型数字奴隶这样的社会之间打造一个内卷体系嘛？我们现在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卷体系，你谁能看得到内卷体系之外的？有时候能看到说是修仙啊，怎么怎么样？就像你说的，那你是不是停留在你的自己精神世界的想？就是老领导给你打造这个模型，你是不是也是往里跳进去了？就两套模型，人人都控制，你还有第三套模型吗？你现在就 I 型，就我这么努力，我也不是自夸，我也就够努力了。我也脱离不了他这个 I 型，老领导二型、三型全给你打造好，还等着你呢。你以为逃离第一型还就过关了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直说我不放弃修仙的这条路嘛，虽然我自己一点也没有感觉。就是我们，比如我和你这种属于是学术派的，相当于是对吧？就看书，通过看书研究理论。追本溯源的这种往回追，或者是看得多一些，然后串联不同的这个学科领域之类的，或者是看的信息源多一些，是这种模式。然后那种修仙的人呢，他不是通过这个方式，修仙的人是直接通灵，打通你这层，直接过你这层。但那种人呢，特别少，真的那种人很少。那种人就像你说的，老领导也给他喂了一个。对这个模型，他们就现在某种修仙的思维模式，就比如相信地平说的，很多人就停在地平说这层了。他们是练我所知道的这个是一方面哈，我所知道这些接触这些修仙，他们是什么练等级，老领导给他们任务了，就是你必须得给多少人治好多少病，是多少多少你才能升一级，升仙，他们也要升仙嘛。OK， 也得积累功德点什么的。对，你就什么意思呢，老领导？好，你想跳过就是姚将和这个。金教授这个模型，那你到那个模型，你以为你跳过他逃出他的手掌心了吗？不要搞笑了，他两套，你翻看世界这个发展这个历史当中，你就是这些修仙，他们也有这样的他们的体系嘛，你要去稍微研究一下，你就知道，哇，这个手法都是老领导的手法，都有老领导的痕迹。对，有可能真的像你说的，有一点什么通灵的什么这种我们没有的能力的，他们。在那个体系里边在玩嘛，因为他们能力也是有限嘛，对，他们你通了一点点跟没通也没啥区别，就能赚钱嘛，对，一种敛财的手段。他们在那条路上玩，对，那种人我也没接触过，群里边我觉得也没有，群里边我觉得都是还在那个阴谋论，就是看看剧本、看小说的状态里，这种修仙就是意淫修仙，我们可以叫意淫修仙的状态。就是克隆人之间的 PK 嘛，你跟你自己天天 PK 嘛。说起来都是这个悲剧，但是我们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就是上海嘛，就是转到这个正在吃不上饭的这个，你觉得上海为什么？我先说一下我粗浅的理解和一开始群里边的这个理解，就阴谋论的沿袭。一开始有人说，这是政治斗争，就什么江派和习派啊什么的，然后又有人说是为了有什么间谍啊，有什么人要暗杀，什么领导人潜入了上海，不能让他们跑。太小看老领导了。这两个阴谋论，然后又说，哎呀，这是啊，上海太风光了，以前现在是习近平为了立威啊，为了立威就拿上海开刀，这种都流传过。然人家后又老领导说，没时间开。然后又说这就是什么啊？中国做实验嘛，拿上海这大城市先开刀啊，但上海人民还是很优秀，就是这一次表现的也挺好的，就上海人还没有放弃，就很多上海人我觉得还心存幻想啊，就还是觉得上海优秀，还是觉得这一次怎么的就这样了呢？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然后以后跑不跑呢？不跑还是留在上海。你发表你的，随意发表，我们聊聊这个上海相关的我是前前觉得后这后的样，所有你要站在老领导的视角去统筹、去观看，我觉得还是跟打造数字世界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就是这个，其实这次上海这个根本就不是第一次嘛，早就已经有了。那加拿大多伦多封城就不算吗？对吧？你们那边不算吗？那韩国以前封城就不算吗？只不过这次只是一次周期性的一个很正常，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次那个什么，就是属于一种。就是轮流，大家轮流来嘛，剧轮本到合理你的这一个儿，演变，对，对，轮到你这儿，你就应该接受，你还想逃出老领导的这个，是吧？其实老领导不是没给你机会，你走，让你走，他是他会找一些很多，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他会找一些很多的事情去提醒你的，这个老领导是很有意思的。你看
他懂得这个游戏算法的人，他不会让这个就是让危险的几率会降到最低，对吧？而且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人低端人口是比较仁慈的啊。你别看现在是就是这样，我觉得哈，因为有权利又开始说骂我是什么中国养的猪啦，这又开始。你仔细看一看，就是说所谓的西方这样的放开的这样，不管放不放开哈，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西方社会福利社会就是完美的嘛。就是怎么样的嘛，人家他们就没封过吗？他们即使是不封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他们的霸，就是说对于这个低端人口的这个清洗计划了吗？你想就是吧，那东南亚是什么样的国家？你敢去吗？现在放开了，是东南亚是现在全球老领导第一个放开的，还有一个是欧洲，现在这两个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个人可判断啊。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是最危险的，然后为什么对中国是比较仁慈的？欧洲是现在是什么呢？欧洲现在是能源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能源危机和战争危机的测试地，就是战争的这个爆火药桶的这个测试地嘛，还有这个大型大主要是经济的，就是老领导要把这些很多的企业通过这些制造这种恐慌，要把企业回流到美国制造业嘛，把那个资金都收，能量都收回去嘛，这样的话会造成大面积的失业、物价的上涨以及战争的威胁。因为现在要在东欧，这个东欧有可能会扩大嘛，上次二战不就是在东欧扩大的吗？有可能就是这个模型会统要用，不管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欧洲是肯定是要接受大量的难民和这个失业以及。这个对于老人、老年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为老年人服务的国家。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对，这现在完全是很明显。对，你看瑞典表面上是很幸福的国家，但是你从瑞典回来，你看他写的书，他不是这样的。这个低端，他清洗低端人口是非常非常毫不留情的。然后东南亚是各种病毒和当然咱就不说非洲了啊。和天气的这个天气的，我觉得哈，个人的浅见，就是天气的这种，不能说武器，叫新科技的一个模型的，打造这么一个测试地点吧，就是典型的，就是很多东南亚有很多海啸嘛，就是那些地震呐、啊，什么什么火山爆发呀，这些东西先拿那地方测试嘛，然后再打造一个数字的奴隶的社会的一个典型就是新加坡嘛，告诉你看东南亚也有好的国家，哎，只要听老领导的话，你看发展好的国家；哎，不听老领导的话，你看你什么样的下场，就这么分嘛。你在这样总去东南亚去旅游，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事儿。而且你现在去欧洲旅游就怎么的，容易就是属于低端人口之间、克隆人之间，你去那儿就起码你晚上你不敢出去乱走吧？你会就是低端人口之间互相残害吗？你这是说欧洲、东南亚是吧？对。那中国为什么会好一些呢？对比起来，因为它是一个老领导打造一个就模范城市嘛，大家听话，只要听话，提前准备好物资，听话，哎，就是按照这个数据剧本走，是可以规避。表面上我觉得，但是这有就是打不要针对，就是广觉得中国会出现老领导就是老人呐、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就是这种弱势群体会打受到这种打击，这个打击是全球的。不管是中国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你总是要适应时代潮流去发展吧，对吧？你不能说是在搞闭关锁国吧？这个中国现在不是在搞闭关锁国，我觉得，它反而是更大的是一种顺应时代，我是这么理解。对，这我同意，全世界的剧本是一样的嘛，所有国家都要。不同程度先后的接受老领导的这个计划，实行老领导的方案，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实行的比较狠，手段比别的国家更，或者是因为人口众多，狠吗？导致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中国是狠，还让你看得出来，而且还提醒过你，是吧？你是有很多方法是去规避，你在西方，你连规避的方法都有，你只要资本主义是吸血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你有时候你都你会沉浸在一种看似民主自由的一种快乐当中，就是温水煮青蛙嘛。因为你反而是在中国那样的地方，你如果是真正清醒的话，你会时刻提醒自己，
你会建立一套你的系统，反而是对你建立这个系统是有利的，我觉得。这个，但是从上海的现象来看，是刚才你说是不是西方更好更容易啊？不是，这个我觉得要中国很大，你并不是说他老领导在提醒你给你那么多信号的时候，早就有很多人离开了上海，就是他已经感知到这个算法，只要这个大城市或者哪说他会跑到西部成都啊这些地方，如果感知到哪不对的，他会游走嘛。当然这个人这种模式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嘛，是你需要成本嘛，怎么说嘛？对对对，对你我们得说一说这个，就是在事情来的时候，到底大家是，因为有的上海是国际化的城市嘛，它有好多双重身份、多重身份的人，中国人在中国生的，然后其实有好多国籍的。那有的人在这次封城之前是特意回去的，就完全没有意识嘛。他从国外回去的有好多被封在那儿的，像有的到家了，有的没到家，还在机场一直封着的。然后还有的人是正好离开了，那就很幸运，他其实也是无知无觉的那种人，就幸运跑掉了。还有的人是跑过去了，但是在真正被完全封死之前有能力跑出来，那这种人很厉害，他虽然啥也不知道，但是人家就是能量大，就是厉害，就你什么时候封我都能跑出来。对吧，两种这种人，两种一种是低端人口呢，要多听姚将频道，我觉得哈，我不是开玩笑，你从姚将第一期到对听到最后一期你还看不懂的话，那没办法了，那没法救你了。第二种人就是说你像你说的这种工程师，有很多关系网的人，他平时就构建了这个，他虽然不是他可能听不懂姚将这个节目在说什么，但他知道这个关系网很重要，因为他在就是说这种受过就是说可能是精英教育吧哈，精英教育是什么，就是关系教育嘛，你去那些好学校，你觉得你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吗？我不排除说学到一些东西啊，但我觉得是构建一个就是高质量的人脉是这个是更重要。其实听你频道你的频道从第一期到后面如果跟上来的话，我觉得正常是就是稍微接触过就是高等教育训练的，或者是平时有这样阴谋论的就是这样的思维的，他会醒的。对，咱们不是说批判哪个国家，真的，咱们我是非常尊敬老领导的，是吧？没有必要，我的意思是不要去什么加入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那个对你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家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这个之前节目里有很多这种有小粉红倾向的吧，或者就是说他愿意和中国，这是一个很，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说醒没醒的问题了，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从小在中国长大，从来没有出过国，然后接受的都是主流官宣的这个洗脑理念，从书本到各种媒体都是一样的。那我即使今天面对中国这个现状，我还是不想跑，我就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觉得这种人很多很多，但可以还是在中国，但是中国很大，你不要抱着一个一亩三分地儿去想中国那么大。我有朋友就是喜欢露营，有房车，或者是有那个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听了姚将的节目以后，哎，他醒了以后怎么的，起码他没有完全醒，但他知道什么地方跑到哪儿，他本来就愿意旅游，他每次觉得这些地方有他觉得不对劲儿的，他就走嘛。他有随时有个机动能力，人家而且呢，他在国内的好多农村去做投资，在国内农村投资，我跟你说，一两万块钱就可以搞定很多地方，有网有线有水有食品，而且他建立了自己团队，国内有这样的团队。就民间的自己的那个人脉关系网嘛，这个。对，你换个思维，你这一路上你可以拍个 vlog 嘛，你可以放那个什么，你不用放西方这些平台，你放抖音，你放那个什么，就是叫什么，中国那叫快手，今日头条，这很多都为生存的方法，你为什么不换个思维呢？在国外也是一样，你别以为你天天接触推特怎么着你就高级了怎么样，你不还是跟着他们去，要么去宣扬民主那套东西吗？你不照样一样吗？你也得行，那些是很多都是赚钱的，他们靠那个平台玩这个是他们的一种收入吧，或者生活方式，相当于在看电视剧，就是这样找到优越感嘛，就爽爽嘛，就很多人是这种程度的意淫。对，所以说但是在很多区域是有真的危险的，真的风险的，这种就
这里边我就是说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到了实践层面每个人身上啊，有的人是在往回中国跑，在那发生之前，有的人正好跑出来，有的人就是发不发生他都不知道，那就是好的也接受，坏的也得接受。还有的人是他像你说看了一些推特或者阴谋论，他有这种感觉，但是他并不真正的做什么，也只是看一看，直到轮到自己。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一棒子打死就是要回去的人，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回去适合，就是你只要能构建你的就是构建你的高生存几率的系统，那你值得回去就可以。但你别回去以后就抱着一个死地方，那就不建议你回去。如果你在国外你觉得能构建你的生存系统，那你就在国外。咱不能是完全当然咱不是说建议你像朝鲜啊，这个就傻子都知道不要去这样的地方是吧，那就是老领导纯模型的地方，太纯了，那不你去不了是吧，他是讲究想去也去不了对啊，想就那是讲究血缘的那个国家对吧、嗯、就生殖器那个帝国嘛，你没有那个血缘你就别去了是吧，就是说除了这些这样的极端地方的话，但我觉得要把中国归为这样的一个国家我觉得不太客观。对，中国是很大的，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活得好的，就是你还但是活得好不好说白了还是没有钱，因为你很多事你需要有钱才能做的，这个是绝对的，不管在全世界哪里都 是我原来也这么想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国内一些没钱的人去转换思维以后的一个变换生活模式的方法也可以活得很好，就是我觉得还是思维，就是这个我归结为叫信息差。你说一说你有没有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你知道的例子，就是还是大约那个农民工的频道状态我忘了，我看看那个评论农民工的频道，他原来就是这样，他可能我说的大家都能找到，他是原来是一个农民工，原来朝九晚五的，一天到晚就是感觉自己是机器人嘛，后来他有一次真受不了了，身体得病了嘛，就觉得不行了，而且他喜欢旅游，他就觉得没有钱，那好，他可以就找那种就再打工，买那么一两万块钱的小面包车嘛。他从小面包车开始做起，到后面慢就全国各地的这个有就是走嘛，然后慢慢的就是搞这个自媒体以后有了收入，然后一点一点的就他这个成长过程，因为这个自媒体啊，你必须刚做的时候你就要站，你像现在我要跟姚将 PK， 我肯定 PK 不了姚将，大家肯定就是思维性的习惯性的去来找姚将，因为你先占了这个市场，大家有一个行为就是一种粘性嘛，啊，然后他就是先搞了先占了这个就是国内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房车的就自媒体的这样一个频道，建立了以后呢逐渐的去就是我发现他越来越乐观了，而且还在这路上讨到了老婆，而且每次疫情爆发呢他在全国各地他都有就是很每一个几乎很多城市他都有自己的就是一个生存的看法，他这个地方封了他会带着老婆上那个地方而且我发现他这一路上就是支援他的人也挺多，就无论是就是他的粉丝嘛，就是一种举个例子哦，就是换了一个思维，他就是没有去想，你不要再以为有什么就是说你的事业编制公务员你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不是这样的，你应该人是要动起来，包括思维要转换。对，这个这里边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你通过你刚才讲的，我说这个确实是就是世界变得复杂了嘛，游戏变得难度升高了，对啊，你就老得对我又得打断你了，好抱歉。嗯，连马斯克都玩推特了，你还不就是现在世界十大的这个最有价值的就是资产这些公司有九个在搞 IT 在搞信息在搞这个数字平台，连马斯克都在玩，你还不往这靠，那你注定被清洗。这个刚才还有个问题我也想说，但我们先把这个啊先说，就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难了，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人不是这么就是人你天生来说不是这么生存的，应该对，这是被迫的，被就是这个环境逼迫你要不停的学，不停的转换思维，不停的跟上节奏，吸收信息，然后采取行动，这是非常困难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被清洗的老人。你看这次上海就明显看出来，你没有手机你什么连菜都抢不了，你只有现金，那现金没有，你现金你去找谁，你还得找着人，找着人还得人家帮你弄你才能给他钱，就你他没办法，很多人是没办法做到的。欧美也是用数据这个东西清洗了一波了已经，对呀，只不过这次轮到中国了。所以就是说
这种生存要求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太难了，就考试太难了。所以我老说考你在哪个考场，在这个考场来说可能你的考试有点难。是，比如你在乌克兰考场，你在阿富汗，在什么这些考场，那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朝鲜考场你完全没机会能赢，就只能靠你生在那儿，基本上。对对对，靠生殖器嘛，你要是投胎好爹妈。那和你没关系嘛。你没有努力的空间。不，你可以当性奴或者是老领导喜欢的一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选择，就相当于说对低端人口来说，你跑到哪儿你的选择空间更大一些，你努力的空间更大一些。但如果将来像我们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在中国他怎么赢的，那这个人听起来就很厉害嘛，他能做一个自媒体，还能做出来，还能娶到老婆，还能全国各地建立坚持。坚持他本就是追求本真自我，嗯，坚持。这是很难的，而且还能做成功，这是很难的，这是人才，对吧？但你这么要求中国所有人，我觉得上海有钱人都做不到，因为上海有钱人他就是因为在上海所以有了钱，他并不是人才。他走不开，嗯。他对不对？今天很多上海人就是因为是这样，他对，所以我说他有钱也不是因为他今天被迫害也不是因为他，和他没毛什么关系，他都是领导给的，现在领导拿回去了，他从头到尾他就是个傻子。对，所以说就是咱们如果现在去追求一种平均化的模型不现实，咱们只能是找一些各个典型。然后我也是通过姚将的频道发声呢，我就觉得像咱们都在往这个数字平台上发展嘛，像你这样建立个人 IP， 我觉得就是关注你的人和愿意看你的频道的人，你能救一个算一个，只有他们生存下来了，对咱们也是有利的嘛。咱们就是用在有就是有不有利说这些来说，嗯，对我们自己也是锻炼，也是一个咱们也修仙嘛，对吧？对，刚才我也想说什么，就是说你刚才啊、说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是说不，还有你说很尊敬老领导嘛，不要加入什么阵营嘛。嗯，就是被洗脑是谁对立谁，然后我要为谁为哪方牺牲，那是纯傻子嘛。你为哪方牺牲你都是自己的意言。真的是有人有牺牲，你看看乌克兰，我相信他们真的愿意为国家牺牲吗？为这个小丑总统还是为，是真的是这样？那中国肯定更有了，在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都有，这 patriots 嘛，美国人叫爱国者，哪个国家都有一批，也不能说他们全错，因为他有的人是被绑在这个国家的利益基础上的，那他为这个国家牺牲也是对的，对，因为这是他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地方，他跑到别的地方他没有更大更好的利益，这是对的。对，但是问题就是说我还想说什么，你说的尊敬老领导，就是我们对领导是什么态度。嗯，就是我之前我也一直反反复复想，就是我也一直在变，就是你是拿什么眼光来看老领导，你怎么看老领导规范的这个演化，你是你愿意接受他，还是做一个战士来反对他，你还是说就是我就是在这么生存游戏里边，它规则变了我跟上，然后我争取能活得更长更好，不被它弄死，然后我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态度在这个游戏里玩。嗯，我们虽然就是假如说你很聪明很厉害，什么灾难都能躲过，然后我看着别人我告诉他一声他不听拉倒。我是觉得是 嗯，你这个假设有一个地方就是还落了一个，就是我想怎么回答你呢，人不能光在陆地上行走，也得学会游泳，就是嗯也得学会划船，就是你什么技能也得都得学一学，就是你单纯的去靠就是我就是旱鸭子我就陆地上走，我觉得这不现实，现在已经大水已经慢到就是大洪水时代又来了嘛。这个大洪水时代我理解是这样的，它可能是老领导的一个模型一个公司而已，你千万不要以为真正的大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当然不排除历史上真有大洪水啊。那么就是说现在包括一说大洪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发没发现最近就是这个很多的历史遗迹和国旗的设计方法，还有民族的一些意识形态什么的，好多东西都很像。就是现在有一个学界有一个说民族同源说，就是祭就是嗯，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大洪水时代都是在山上的民族嘛，因为以前都地下都是水嘛，大家下不来嘛。那随着这个洪水退去以后，各个民族就是说都散开了嘛，就是各个就是原来是一个地都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嘛，都散开了嘛。现在有这么一个就说法，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要我觉得不涉及到什么反抗什么的，你我觉得你太高看自己了，就是他这个东西你是谁设计的，这个都这个你本身就在这个模型里，但你不要去对抗，
也不要去完全说理解成一种顺应，就是学会就像游泳吧，在这个波涛汹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去，尽量的让自己多几个技能，然后呢，去怎么说，去让危险尽量这个发生的系数就小一些。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如果学习到了的话，我觉得怎么说，也算是一种快乐吧。既然对，是我们改变不了世界，那么我们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嘛。这个话题是很大的，我想再延伸一下，对，就是你说的，我感觉像是什么，像是一种升级说，就是把自己升级在这个游戏里边玩。我为什么刚才说有人是对抗的？这不是，也不是我的观点或者态度。有对抗的，有对抗的，有是有很多人是，你如果看美国的阴谋论，他基本是站在这么一个视角的，就是很多阴谋论是这么站在一个对抗的视角。就是因为他有一家个超级邪恶的神州嘛，我们在对抗他，对，黑帽红什么白帽子红帽子，这是什么帽子，这派那派的，对吧？因为老领导也在视角，对，我就想说什么呢？这种视角，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对抗，就给一种人的正义的这种形象的人嘛，你没发现吗？老领导也养他们呢，就老领导不惜的扇你一帖，如果你要是真触犯到老领导利益，还让咱俩在这说。早就被清洗了。不是我们这种说，我们这种说的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在老领导那看来，对，就是他们所谓的自娱自乐一下。对，也是老领导想给你看到的。其实真正的背后的，就是墙背后的一些东西，我们谁也看不到。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之前和 Jackie 我们也聊过嘛，或者有一些欧美的阴谋论，我看起来就是有一种观点，他说也不要神化老领导，可能我们想复杂了，老领导没那么高深莫测，我原来其实也是地球人，或者本来也是人类进化版本，也无所也没有那么牛叉。就是不是的，你学历史学历史的话，我原来也这么想，我学历史的他们确实有牛叉地方，确实有，就是还是得多看历史吧，就是他们你要注意他们的说法。就不简单，我是觉得不简单。OK， 我再接着说，就是先不要跳开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对老领导的态度。这个态度不只涉及到你在这一世，因为假如我们相信有轮回转世或者有灵魂，有这种前世来生，你就不是在一个静态的观点来看这个游戏了。对，你这一生好不好？你还有下一生。有的人就是说，那我一直在和这个东西对抗。你要是从基督教的线上，你就是这样的。基督教的线上也是一批又一批的，都是为主而活，你都是在对抗邪恶撒旦。那你要是轮回转世的佛教，你也是在不停的升级，你就想自己逃出去，你先得自己逃出去这个系统。但是你是在一个动态常态的观点来看这个东西的，那你对他的态度就不是这一生对他的态度，你要有个长线的态度。但是呢，我问了所有的人，就是这个节目里我们聊过的，大家都只是活在这一生。就是我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是不参考来世和前生什么的，那没有，是这一生在看。那样的话，那你就等于说你修仙什么是没有修，你这没有在修仙。因为你如果真的说修仙，你一定是在看一个，不是看一生。你如果真的是超越这个维度，不是看一生。有的人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但是现在从现有的很多线索和模型来看哈。我倒倾向于是有的，就是一种循环游戏，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不一定都有。然后像你说的，刚才那一点，你说其实说出了两点，一个是非宗教体系下的修仙版本和宗教体系下的修仙版本，因为这个宗教体系啊，是我觉得是老领导控制我们的一种，其实这个在你宗教眼里是分很多帮派，还是说他们是统一的？很多帮派的，很多派系嘛。啊，对，至少派系这样。但是，如果在老领导眼里是一个吧，对吧？因为未来也不知道老领导怎么看，也一定会往，我觉得往统一化情况走。因为老领导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统一系统的话，他分化完之后是统一，统一完之后再分化。那这个宗教是扮演着一个很，因为现在你看，包括特朗普去年那个，他不，特朗普在位时期，他搞了那个东西嘛，在以色列。搞宗教这个大统合嘛，就是让不同，我觉得这个新数字，它是要配合这个配合的数字经济这个剧本要走嘛，就打造一个新的数据的宗教体系嘛，那就是要求就是大家都统一起来嘛。
这个宗教其实在老连长那里边就是娱乐圈嘛。嗯嗯，然后教皇现在承认外星人嘛，教皇是支持外星人基本。对呀、啊，所以说不管什么教，你发现他们的手法，他们追其本质，很多东西都有很，都背后都有老领导的这个影子的。那这是一套，还有一套就是我最近关注的是非宗教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修仙版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所很少见到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相信那个没有轮回的，相信就是灵魂之这么一次的很多，但是不相信的，就是说就相信轮回有很，就是说非宗教体系的这样的思维的人比较少。嗯，刚才就是，嗯，其实你刚才讲了很多东西，我之前还想到就是关于进化论的这个东西，就是，假如你说人类是，分开了，有大洪水还是怎么样，然后原来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群人，后来分开了嘛，所以有民族文化文字，嗯，然后到语言，然后各个文化的里边的传说图腾，很多都有相都有相似的，那对。那如果在你再说的话，那人类就是这么进化。如果你说有一个超级牛叉的老领导，那他是一直在看着，一直在半干预、不干预，就是干预的深深浅浅的来回变，他是一直在的。如果是这么牛叉的一个老领导，他一直在，或者是从某一个很久远的时候就在，那等于就是说我还是在问原来那个问题：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搞个毛线呢？就他一直在，他一直引导你在演化。已经长到你无法记忆无法追溯，那就是说那没有那什么都没有意义。跟那我说他是不是基督来之前他就来了，对，就是所有的宗教体系里最高的神来之前他就来了。因为有阴谋论是说所有宗教体系最高的神都是一个外星人嘛，或者都是曾经的某个老领导的化身嘛。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总在停留在这个宗教体系里去论述的话，这样的话就本身就是还停留在你自己把自己套牢了。但你有老领导啊，因为宗教体系最后是说有一个最至高的神，就是我们无法逾越的。那现在你就把它换成老领导嘛。嗯。那现在等于老领导像你说的是至高的神，我们是无法逾越的，对不对？从你刚才的描述的，他是制定规则者。对，我现在是有一种怀疑的情况，就是一个是有你这种，就是说，就是当就是之前算是我说这种嘛，真正的有这个神就是无法逾越的是老领导，还有一股势力，其实现在明知自己不是神，但是他知道有一个 bug 可以成为神，现在是这层博弈在里边。对，就是那你说这一群人，他们还是人是吧？还是肉身的人，起码我和我们差不多的。对，起码只是他们掌握了超级这个前沿的技术，超过我们几百年的，那技术也不一定是他们拿来的，没准是从哪儿弄来的。对，就更久远的技术被发掘了，或者是外星人给的，还是怎么的？对，嗯，所以咱俩停留在一型的文明体系上论述的话，我觉得你得将咱俩得把他请来，像刘慈欣这种有二型的文明思维的人才行。当然还是挺多的，这个对话我们什么都可以论。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需要有特别知识的人，或者是对啊、有什么内幕的人，因为你可以想象嘛，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只是说不知道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写科幻小说嘛，谁都可以写，这他们的小说也都公布了嘛，他们没公布的他们也不知道嘛。他们知道了公布不了和不知道没啥区别。关键小说也是老领导陪子的，关键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逃不过老领导的这个影子。这就像你说刘慈欣说的水滴嘛，那就来了个水滴监控整个地球，不管是从科技还是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在这个水滴监控之下。你就等于说老领导成了那个水滴，就刘慈欣那个三体里就这么一个外星人派来的超级科技。然后在那倒计时到了，外星人就来了，开始毁灭性打击还是谈判。就我现在我不认为有这么一种，我自己的主观感觉啊，你没法证实很多事儿，我也证实不了。我觉得地球上也没几个人能证实到底真相是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超级无敌的老领导存在，有可能只是一个更大的太阳系的，或者是在太阳系更大的范围内的一场更大的博弈，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战场，对对对，或者是一个
一个牧区，我们是人家的那个产品、商品。对对对，有两个是这样。对你，你突然说这个，我想起两个事儿、嗯。一个是你现在要看清，我之前你节目当说要看清这个世界的国际政治关系，必须要有外星人这个剧本，哪怕是真的和假的，嗯、但是你得有。你但凡是任何专家学者不敢在正式或者是非正式场合提这个东西的，都那都是伪论。我是认同这个的。第二点就是说，真正去懂这些国际关系和这个历史的哈，就是去评论现在这样的局势的。你比如说俄乌局势，如果他能通过天象、天文学融合进来和历史学啊，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个学科融合来连起来给大家讲，这才是我觉得哈，起码是有良心的学者，就不是宣传员嘛。这样的人几乎可能是没不会有的。这说真话就是得罪人嘛。嗯，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种天文天象这个东西，通过这儿我就发现，因为是这，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开始聊的时候，我说我最近从国内购置了一批天文学教材嘛？嗯，我觉得你要对天文学不了解，还有古代的那个叫《易经》啊那些东西，没有一个通盘的学习的话，你是缺一个很大很大。咱就不说修仙，咱是到不了，但是起码你这些天文学。这些东西你古代传下来的这些东西你要如果不学的话，你很难去理解当前这个事物。我是这样就插你一嘴了哈。古代天文学你还不能只学中国的，就像你说的，它散落在不同民族，它对，因为玛雅文明那个天文学是很发达的，它留下很多记录，人家有天上的地图嘛，对，它的地图是有的，而且很准。那这个东西学起来没完没了，我就像我们说的、哎、一般人弄不了。你要学这个你要变成通盘的学者。就是你就像古代那种学者一样什么都知道，是全能型的学者。像马斯克这种机器人呢，他始终在告诉我们你不能光学物理学，因为物理学不是线性思维嘛，他们有特殊的自己的思维体系嘛，你还不能光停留在物理学，你得学经济学，你得学会骗嘛，这些伪科学也是科学，对吧？你不能往一味的否认它，你要不懂，你很多科学家很明显，很多北大清华教授也最后被初中生骗了嘛，你都得学。然后还有一个一点就是通过你这个节目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原来是有点玄嘛，外星修仙，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实的东西，就是这些易经，像你说玛雅文明这些东西，如果这个东西真是学会了，是对你研究当前世界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凡是不从这些角度就是去说的哈，节目。我觉得都是伪经，我可能偏激了哈。对，你说对啊，中国的易经、山海经，那作为中国人肯定是要看的。对，但是懂这些的人，嗯、他不会结合现象技术，因为他不懂骗嘛，他不懂经济学嘛，他不懂马斯克思维嘛，他不懂。你要这，对啊，这太难了，太难了。就是说啊、嗯，你要懂，学贯中西，而且是博通古今，什么都知道，你才能。因为这个领导的，就像你说老领导，他即使没有。几亿年，他几万年，他几万年就，他这个知识量太大了，而且对，而且是散落的，而且很多是假的、错的，你得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分辨的能力，而且你还得面对生存危机，还得来回跑，还得来回躲这些，就是现在生存越来越难嘛。比如你今天在上海，你还研究个毛线，就你什么都不想研究了，你就想能吃上饭。因为到了那个程度又还得回到上海，回到这个现实中，我们刚才整的太虚了，嗯，太虚了，回到现实中。假如我是在上海，嗯，对，其实不虚，因为你真为什么今天在上海吃不上饭，就是因为刚才说那些虚的有关系的，直接联系到为什么今天你吃不上饭在上海。那么今天如果真的在上海怎么办？嗯，那你还决定跑不跑呢？我们先说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假如我今天是个上海人，我在上海有家庭，有孩子上学，然后有父母，然后还有工作，但现在我在上海被封，而且可能被虐待了，被抓到方舱虐待，然后失望透顶，然后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然后看到很多你们说这阴谋论，那我还、那我怎么弄呢？你觉得你怎么弄？要是你跑不跑？之后还怎么？你觉得你怎么办？假如你是上海的一个教授，有两个模式哈，一个是跑和不跑。有个主动和被动。如果主动，刚才我节目当中说了，就是对于低端人口今后的世界，我建议啊，建立以下系统。第一呢，比如说个人 IP 要打造，说你连马斯克都在做网，他都说他今生最大的愿望其实是想做网红，对吧？
你还有什么？这是一点，就是第二点是要建立自己的人脉系统，就像你说的，你跑你都找不到人，你怎么跑，对吧？第三个呢，这个人脉系统不管是为了跑哈、啊，就是为了生存方方面面。第三个是建立什么呢？你的贸易系统，你总得做生意吧，你总得去怎么说？那个人脉，我刚才第二点就是说人脉呢，包括你在什么单位啊，什么你是事业单位也好，怎么不管怎么样，你是建立各种人脉都行。第三个是你得有你的自己的副业了，你不能光指着那点东西，你得建立一个在极端情况下还能持续为你带来收益的这些东西。第四点呢，就是平时我觉得这些室内农业就是种点小菜儿，这是你可别小看在，就是说我有个同学，他家是比较大，确实啊，确实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但他注意到了这个东西，在国内嘛，他在国内建了一套，就是类似于这种，就起码小葱小菜儿，自己小院子，你再怎么封城，他那个院子和他的那个房间是连在一起的，哦，是种能，你别小看那些小的空间，几平米能种出来好多东西，西红柿、小黄瓜。小就是小这个西葫芦什么之类的，它都能种出来，而且平时它也注重了，就是其实这个食物啊，你不光是买，你也得会存、会保存、会储，就他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种建立一种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系统，我觉得是起码是降低你这个怎么说，就是降低你就是提高你主动的生存危机的这个生存几率。第二个我说被动，如果你真被抓走了，像你说的，那我就建立这么多系统，我也被抓走了，那你怎么办？对呀、啊，这种有被人动，就是这样，家里囤了对一呀、堆被封在单位。啊，我觉得这种就是说，就像你说的，你如果被抓到，就是某某江啊，咱就说别说具体了，也敏感。某江，你如果是被抓到某江的集中营里，对吧？你还是有生存的方法的。像你说在节目当中说，我跟那个监狱这个怎么监狱长讨好关系，怎么地的。我觉得我相信这种类似的模型还是在那里头还是会有的，你并不说被拉去了就一定死定了，当然不排除你就是运气不好，那你能怪谁呢？点儿背能怨怪社会吗？但是为了不点儿，尽量不点儿背，你是不是能再多再努力再做一些？你即使被拉进集中营了，你是不是也有生存法则吧？那里头。对，就是监狱里的生存规则，这有好多小说都有的，中国那个我都听过，这真实，这监狱里是有一套生存规则的，这是绝对的。现在上海的集中营不是说方舱医院嘛，我怀疑就是有很多也是因为它实行配给制嘛，监狱里就是配给制，你只要一实行这套系统，立刻就大家进入这套规则啊，我觉得然后这个对。历史上有，我再打断你一下啊，你先记一下你要说啥哈，因为我挺想听的。就是历史上这些，你别小看这些丐帮这些人，乞丐，乞丐是个大学问，在监狱里，有些人他到了现实当中还反而活不了，他就喜欢监狱。这是我插一嘴，让你继续说吧。对，因为在监狱里边儿，你对，他总是有资源的，在什么地方都是有资源，资源先给谁后给谁嘛。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就是为什么低端人口，那就是有一批人，我说群里还有一批人，他可能负债的，或者是我们就说老弱病残，没有能力做这些。那今天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这种人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像是更像是一种强人的哲学。就是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思考、有能力行动的。那今天没像你说的没有能力这些，那就谁也管不了了，没办法，因为领导现在压迫太狠了，那就只能等死了。医不院行，也去不了，药也买不上，然哦，后没能力跑。这种人那很多，我觉得这种人也很是多很很多多。很多是，哎呀，所就以是在中国咱为也什么不能看起完来这全么都惨？救，就只能是能算是当一个算一个吧。咱也不是说这个咱的这个说的这个模式不具有普适性。我一开始就说我这个模式大家都听我的，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在我局限能力范围内，我觉得这么做是，而且我也不是自夸，我是读了大量书籍，做了大量的研究，半年都积蓄了半年的力量，才敢到姚这样的频道里，稍微说一点。你要连我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是说我还想说什么呢？迟做总比不做强，就是你双非现在有口气儿，你还是转变一下思维。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就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嘛，就是不要以为岁月静好了，真的真的不是岁月静好了。现在，不要以为自己在哪儿就安全，哪儿也不安全哪都啊。一样，因为很多人，因为群里很多人以前就觉得我上海我就是有优越感，就是安全的。对，就这是真的，对吧？这不是我自己瞎说，这是我从群里边这些谈论感觉出来的，而且
上海人就是这样的，真实他也就是这么，即使到了今天现在，上海人还是感觉自己优秀。对，这个不是我瞎说，相信川普拯救人类吗？就这个东西，这个程序，我习惯于说程序啊，你脑子里这套程序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被后天的某种因素所灌输的。对，但是现在世界变了，游戏规则变了，而且是骤然间，可能一夜之间变的。你的程序还没有更新，那这个问题就是，那你不想变，别人也没法强迫你变。但是领导他会执行他的计划。对，他给你往你身上打那些东西，吃那些东西，未来你被蚊虫叮咬，或者是空气当中你这个散的什么东西，你不想变，你得变，他会帮助你变的。嗯，对对。人家能控制你的这个思维，控制你整个身体。你现在肉，再过两年肉和咖啡这些多属于这个气候，这个这样搞，老领导搞这个气候危机，让你吃人造肉，人吃人，对吧？因为很多肉已经是人通人尸体里面提炼的嘛，动物尸体里面。然后咖啡也开始，你随着这个气候变，因为咖啡就是那几个纬道纬度嘛，就是纬叫什么？嗯嗯，纬度就才能种出来嘛。对。对，然后他你现在就是连咖啡都要喝不起了，是吧？然后面包未来老领导只要是我们衣食住行，他都会提高这些成本的，最后就是为了清洗你嘛。甚至可能他根本不用提升成本，因为从上海这个例子一看，就是因为实行数字化以后嘛，他就各种限制，你这个没做核酸，哎，你不能买，你没做核酸，你现在医院，因为你看这医院很明显，你没做核酸不能看病，不能买药，你直接就死。这是真的，那以后这就常态化，这叫，因为它要核酸常态化，这是中国政府说了，核酸检测要常态化，那你医院看病以后就永远是这样了。哎，还有一种人，我觉得这次我通过实践，就是我看过我同学哈，他们活下来了，什么当志愿者，就加入他们，当大白嘛，对，对对，而且他们特别好，他们还有聚餐呢。我看他们结束以后，就是每次那个聚完结束以后。在一起这个满桌的菜，因为菜剩的很多，他们根本无法配送到那儿，因为配烂，对，啊，对，就是烂掉嘛，哦，就是烂掉不给他们，嗯，对他们那怎么办呢？那就得自己聚餐喝酒，我看他们还晒朋友圈呢，这些大白喝酒聚呢。我说啊，我说我是这行啊，这加入他们就活得很好嘛。这是问题，这就是我在群里我反复问谁能当大白，那上海人给我的答案是只党员可以当，只有党员可以当，他有的上海人是这么说的。不，他是给你，你要当他给你能，我跟你说，就是你要主动去当，你只要有主动那颗心，哎，你就有办法，因为他们缺人嘛。网上是这种言论，就是说你先不要钱白干什么的，之后你就转正了嘛，就可能你因为你进去就能跟他们搞关系，搞完关系一有缺口你就上了嘛。对，就这个东西，西方也是一样的，一样就加入，你不加入什么会什么名什么记什么会什么这些玩意儿。你想为什么韩国拼命想当总统？他是缺钱吗？对吧？他不就是为了那什么吗？你别瞧不起当狗的，你能当上那个狗，能当马斯克，你还厉害了呢。马斯克不是他自己当的，是被人选中，这种是被选中的了，这不是他自己主动上的。对，有怎么说？对，但是这就是到了这个问题了，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就还是不是人了？你要就今天去当大白，然后我看这么多菜，领导不让我发，我就不发。门口跪一个老，就我说，假如我是个护士，我就大白，然后来个老人，然后我不让你进。你太跪领导了，领导也想发，他平时没训练，没那个物流系统，也没那个劲儿，就那点人，他怎么发？这不是他问题，就是他不让人家自己去发，不让他不让物流进来，也不让快递来送，快递送到门口，他也不让送进去。但是这个问题有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已经到门口了，然后我是大白，我可不可以放水？就是这么个问题。因为今天我到底是选择当人还是不当人？因为假如我是大白，假如说咱今天门口有十个大白，都是临时工，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党员，然后没有领导，我相信领导晚上也不会在那儿的，都是小临时工或者是傻叉党员，就是真的要发光发热的。那咱们十个能不能串通一气放水，就把这个菜给他们吃？能的，就是这么个，不就很难？因为中国人互相举报，不是说中国人，就是低端人口会互相举报。你假如有两个好人，有八个坏人，这就我说为什么有比例的问题。
到底有几个，就是你玩杀人游戏有几个好人几个坏人，就已经八个坏人了，你就赢不了了。对对对，你当不了好人。我突然忘了，就是你跟我问，就是说这个外星人剧本哈，就是这个系统剧本，咱不说外星人了，就是这个俄乌局势，这一次就是说有一种观点是，老领导做了一套超级人工智能放在那儿，或者是没有老领导就有一套超级人工放在那儿，就是这个俄罗斯在跟人工智能打，嗯，或者是这么说，俄罗斯的普京大帝配合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剧本在演，嗯。嗯，然后还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套系统，嗯，在不无论是朝鲜还是西方还是在中国，就像你说互相举报这种东西不光是在中国有的，嗯嗯，这个东西是一个大的人工智能，是一个东就像一个系统在摆在那儿，你不是说把某个人去某个党派某个人去掉了这个系统就不在了，他还会就照本三角号嘛，换一个马甲还他还会认出来你的，嗯。这个你说这个提醒了我，就是人工智能这次中国的上海的人才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他们是在被谁控制着，谁定的这些政策，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那些博客他们都写自己写，中国人自己写的，在上海真实体会的，可能是一套机器一套算法的制定所有这些措施。对，你可千万不要就是说太妖魔那个，就等这个太这个诋毁我党，那你就是对这个世界观察的不够仔细，我党也很无辜。就是都赖习近平嘛，以前你看这就是有害小学文化的习近平。对对对，什么都是习近平弄的。对对对，现在不习近平没这道理，全世界普京恶人。嗯，你就但凡是这种思维，就觉得哎，习近平真太忙了，就什么如果他这什么都管，他也累死了。就我现在那个跑都怪了，都怪我爸妈，我一点责任没有。这个真的是这样，就这个我们就现在还要接着说刚才那个大白的例子，这个是很复杂很复杂的，就假如你是今天在中国的一个大白，然后你知道了上边可能有一套算法在发布这个指令，就是不让你们小区的人拿着这个菜，也不让他们出来，然后让你半夜去上这个大铁门锁上焊上，然后让你半夜跟着一帮警察去让他们检测核酸，就是那真的要这么做人。就是群里边有人问了，这个年轻的学生，咱们群里有不少，我也挺惊讶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看我这个节目了，原来好像我觉得都中年人，像咱们这种年龄的，现在20多岁学生多，那他们怎么办，怎么选择，你作为教授你怎么，那他这个学生那出来怎么做人呢、啊、现在看起来做好人很难，就是那你要真的要去做大白干这个事儿，一个月赚10000-20000，然后就害人嘛，这不是就是相当于是为虎作伥嘛，就没办法，怎么选？他已经你很难跳出这个算法了嘛，他在你这个区域就是让你这么搞，你能怎么做？你要么活，要么选择加入，两个。但是呢，有没有第三方选择？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的。你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建立那几套系统，如果是真建立的话，你不一定非要去加入他们，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去下策。应该有中策和上策、是有的应该。那么中策我刚才提出来了，就是第一个打造你个人的 IP 系统，第二个建立你自己的贸易的这个规则这个系统。当然这样你说这对于普通人对学生来说太难了，这个我承认。对，没有钱啥也没有。嗯，啥也没有啊。那你这样你就是说哎呀，这个东西是可能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赛道本来是公平的嘛。我们再展开一下学生来，我都忘了呀。这次因为上海学校多嘛，复旦呢、同济啊，这次都上榜了。就这次是学校里的教授也吃不上饭，这是真的。对，让他们天天停留在这个象牙塔里。你看像我就很好嘛，我就经常听杨教，我就频道就活在那。那人家是老教授嘛，不上 YouTube， 不就是真的是这么一批老教授。这些人我说，我觉得可能是好人，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文革以前的教育。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教育，他们更其实可能更还多元化一些，可能有的时候啊，多元化就是可能还保持着更就是解放前的人类的那个状态，对那种对世界的认知，基本上对女学生不太下手，就是这种人，对，就真的有这种，我觉得他们是可能是好人，还可能就这种人他吃不上饭这次啊，然后学校里的学生全都被关着，不管是东北的长春还是上海。就学生这次是被管得更非常狠的一批人，
对，而且这次山东大学前两天发生的，就是昨天晚上，应该清华下规定了，全部封。对，就你作为学生，你是完全没能力反抗的，你反抗开除，你这20年白干，有可能24年、25年、26年，没学历，老领导这人就被废了。对，就像以前的身份证似的，你就没身份了，成了黑户，你在中国社会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学位不就是这个吗？这个学校吧，你看他，你问那个建筑师，你就知道，学校基本都是99%都是模仿什么的，监狱去做的嘛。你既然选择了教育学校，你就要接受，因为这个学校就是它是某种程度的一种开放式监狱嘛。但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要不像你刚才说的，在监狱里有监狱里的生存法则，你要建立你的人脉。你如果在学校里，我觉得还是因为学校里的人才真的很多，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是真有自己的人脉，你哪你不用去对抗他们，你要进集中营里，你想对抗，那不等于自寻死路吗？你还是有生存法则的。但这个时候，因为我不是学生，我没有权利去说，我也没经历过。但我觉得就像就是，咱们从大剧本，连那么极端的一个集中营都有人存活下来，这样的情况都存活不下来吗？还有比那样的集中营更残酷的地方？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集中营和监狱呢。你要是咱们就是说你要听过一些监狱的那个真实的描述，就是监狱里是让犯人管犯人的，对，狱警不管你们的，狱警只是制定好规则，然后选一个那个房长，你们这个宿舍10个人有一个人当头，他叫头板，头板就是睡最好的那个床铺，其余的人分。我听了好多这个监狱里的那个小说啊，还有真实的那个口述，有用，我听了起码有20-30个小时，这几百可能上百个小时也有了。就是那头板就是管着所有人，他是一般这种人都是领导进去的小领导或者经理啊，或者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不一定是黑社会大哥什么的。对，然后后边的人就是本来就是社会底层，他进去还是底层，因为这些人他就是在外边不会做人的，在里边也不一定会做人，很多有这种情况。是，然后还有就是里边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还是受尊重的，他到里边也还是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用挨打呀什么的，能睡上床，他实在不行的就睡最不好的，在电风扇下边让你睡，电风扇一直开着，天天吹着你，或者就睡地上，睡厕所旁边的。对，就到里边以后，犯人管犯人。那你说，如果今天上海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监狱，整个上海成监狱，还是让犯人管犯人，就是让低端人口管低端人口嘛？那今天低端人口管的就大白。那就是说我现在去当大白，我就说白了是当坏人，配合小领导来欺压老弱病残。但今天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就是说又回到刚才我跟你问你的问题，就是那领导这么弄我们，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接受，就等于是他在演化我们，然后把整个这个社会演化到一个状态。那我你没有能力，对，你没有能力跳出这个算法的话，你要么加入国民党，要么你加入共产党。你不管不做人了吗？嗯，现在就是说我不做人了，因为原来我是人，是在那个社会的人，现在我不做那个社会人，我做这个新社会新经济下的人，我就不是人了。嗯，就是我领导说让我变成 transhuman 嘛，超人类，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人，我就不做原来的人类了。那哎呀，这个时候就变成说我们怎么看领导这个演化，就刚才说的，因为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有没有底线，那我是什么，就是说一会儿回到问你，那你到底是什么？你只是领导演化下的一个化学反应了吗？他这么演化你就只能这么反应，那么演化你就只能那么反应，不一定。那你就被完全，就等于说他在没有给你装上纳米机器人之前，没有给你装上那个体内的枷锁之前，外部通过经济社会金钱的枷锁，你已经被完全控制了吗？我是觉得啊，这样被完全控制他们是有局限的，就是因为某些区域某些地方是被老领导这个叫强算法吧，就是已经你的自我的反抗的精神和自我的，其实就像拿很多这样，你比如说别的国家不是，像韩国这样的地方哈，人口少，但是他高智，他这个地方他知道老领导的一些局限性在哪。你比如说老领导这次想给他推这个李在明上台嘛，李在明就是说想，其实老领导原来的剧本想把这个韩国朝鲜化嘛，就是高素质的一个打造一个类似于朝鲜的数字剧本，但是他的所有的民众看出来这个剧本了，大家只不过是心照不宣，但是劲儿往一块使，就不选李在明，他就选的是那个跟要就要跟老领导一伙，
因为李庄李在明亲中嘛，因为他们发现了亲中的话，你这个选择亲中亲俄的这个算法可能会变成就是上海那套模式嘛。那这样的话，还有就是民众就有一起就是咱也不能说夸他们叫觉醒嘛，他就说不行啊，老领导你不要抛弃我们，我还是跟你一伙儿的，对吧？他明知道老领导是坏，他要跟他一伙儿，就是你就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我把它总结为民族性东西。你看你有没有刚，你要有刚，你是可以避免一些东西的。你要是对，这就涉及到是不是团结嘛？那我相信韩国人比中国人团结嘛？是这个啊，而且中国大嘛，韩国没有那么大，就没有那么复杂的多样性，没有那么多样性。对，原来韩国想在东北亚吧，把就老领导想在东北亚制造一个，就是把韩国成一个菲律宾，你知道吧？那没想到呢，出了个朴正熙这样的一个总统，就是他属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嘛。哎呦，没想到这韩国这他们想象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成了一个摇钱树，能打造一个工业体系，还跟日本还能制衡日本，后来就有用了嘛，就扶持他了嘛。那因为日本不听话，到现在日本不听话嘛，还有一群那个纯民族主义嘛。这是有民族脊梁的国家，像日本和韩国。我这么一说，可能全网开始喷我了。不，这是很对，我觉得这是很对的。就是如果民族性特别强，其实对你们这个区域的整体是很好的。嗯，但是我要说一次，如果民有族性特别强吧，民族性特别强也有两类人，一个是跟老领导是一伙的，一个是老领导不跟那一伙的。不跟那一伙的反而可能会稍微好，会好一点。这个不跟那一伙的一定要独裁，才能你这个民族或者你这个区域要有，你不要以为独裁就不是说死路，就是说就是坏的。我跟你说，你看李光耀，你看朴正熙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就贡献了什么？如果中国人全是有李光耀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这样的在，我觉得反而是幸事。别管李光耀是不是他们的傀儡，什么忌讳什么这那的，但是这个人是真正为民族办事的人。这包括后面中国新中国成立很多模式，不都是学习新加坡吗？这点不可以否认吧？对吧？这个就是中国一流智库出来，你敢给我出来说一番，说啊什么的？你是夸这种西方怎么的？咱们这套的改革开放理论，你学没学新加坡？学没学日本？学没学韩国？现在的中国振兴农村振兴，你学没学？是不是学的韩国那个叫新农村运动啊？很多都是，你得有一个，哎呀，这时候就说，如果有这种领导人带领这个民族，这样他就是还比较善良嘛，对他底层懂外没那么交，狠，还他懂外交，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他就不遭罪，对，少遭罪，不是遭罪少遭罪。但是中国有吗？中国之前是这个状态嘛？中国就好像是对底层没有必要的残忍。但是习大大也确实挺无辜，别要总怪他，是吧？不是习大的，我从来没怪习大的，我对呀。只就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根本和习近平没什么关系，就是，比如说今天医院门口就是怎么就不让这个老人进去，我觉得用不着习近平就能解决这个事儿，对，就是这个事儿，不论所以我说他无即使习近平无命所令了，即使习近平说不让老人进医院，你也可以不遵守，因为中国有几个人真的听习近平的，我都怀疑这个，自就是古他以根本管来，不着。皇帝。管不着，对，中国文化嘛，就是我就觉得那就是当时那个人他，因为他有利益的关系嘛，他就是害怕自己丢了什么。但问题就是今天出现一种现象，你是大白，你管得这么严，你可能被砍死，你可能会遭到报复。就是你到底赚多少钱干这个事儿？你要坚持到什么程度？坚持到别人把你杀了为止。还得今建天立。我感觉在中国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那些人怎么？赚多少钱，一点水都不放，就是你让我在那半夜值班看着我，我就打瞌睡睡着得了，别看着了，对吧？放自己让自己好过一些，放过自己，放过别人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个，我是感从我看到的，但是看到的都是负面的嘛，所以可能以偏概全了，可能大局势还是好的。上海人是这么跟我说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点而已了。的。他老领导并不是说要把所有人都弄死，对，并不是说他只是一个算法而已，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而已。这么说又该有一堆人喷我了，哎。对，这个我觉得，那上海这个事儿，从你刚才说大的趋势来说，就是要训练嘛，就是先在中国实验一对，下训嘛，练，对，然后在全世界都要铺开嘛，也是有先后的顺序问题。对。
然后上海人以前就觉得自己优秀嘛，自己肯定没事儿，就被选中了以后就接受不了嘛。不然上了一次高考题，以前都做小学题，台湾人还是很高兴嘛。我一天天一直一贯是看不起台湾人，台湾人现在还是很高兴，天天说生活在台湾好幸福。你觉得什么时候能轮到台湾？还是说台湾真的就是很幸福，永远没事？那我们就往台湾跑嘛。我这个剧本说完了，台湾人也该喷我了。我觉得台湾这么说吧，台湾是一个推到前线的一个牺牲品。呵呵，你现在很幸福啊，它是限制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旗帜，就是不让你团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它为什么离日本这么近？日本为什么扶植台湾，是吧？为什么不让日本搞这个大东亚？其实日本想搞大东亚共荣圈嘛，对吧？以前这搞的，这不就是黄种人的在一起要团结，要跟白种人去博弈吗？那老领导就不让他这么弄吗？是吧？嗯，不让这么弄，这样像日本扶植的是国民政府吧，还有扶植的是扶植的这个朝鲜半岛吧。当年受日本影响多大呀？后来包括原来日本跟这个以色列不是跟这个犹太签好协议，原来不有什么河豚计划吗？要在那个哈尔滨那边、黑龙江那边搞那个移民嘛，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后来闹吵翻了嘛。炒饭之后下场也看了，一看老领导这一看小日本不听话呀，这想你想搞一个大 bug， 那老领导是最讨厌这个搞 bug 的，日本人看出来他这个 bug 了嘛，想搞嘛，想仿照老领导，就想仿照姚将嘛，建个群嘛，都这个收点小手续费嘛，积累点小粉丝嘛，但是你搞大了，搞大了老领导就不开心嘛，哎不听话了嘛，然后最后那怎么办？你就。那扶持不了国民政府，那该扶持谁呢？怎么跟国民政府去抗衡呢？怎么去真正扶持一方势力去？你看小日本，他恨的不是国民党，对吧？嗯嗯，他恨的是百国民党。对对，国民党是和日本合作的嘛？对，蒋介石最恨的为什么不是日本？是那个党，是那个某党的。嗯，因为蒋介石知道啊、哦，你老领导，你两边你都下出。所以说这个蒋介石觉得很，就像你说嘛，一开始可能蒋介石看不懂这个剧本，但他看懂了之后，他会很恼火，很郁闷。嗯，原来他也是棋子。嗯，到底是这个嗯，所以说我觉得，像刚才你说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团队也很重要，就是打造这个人脉，包括学生也是一样。你在监狱里，你在不是监狱，你在那个集中营里。就是有一套生存法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这个人脉系统。嗯，然后，就像你说，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有，就是下策当然是有的哈，大部分人会这么选，但是我觉得中策、上策还是有的，上策大部分人达不到，没那个水平，也没那个条件，那么中策往那儿靠一靠，是不是有呢？中策比如说建立我刚才说那几个系统，是不是你起码你就不能建立那五个系统，你起码一两个你是不是能建立一下，就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就像你刚才，其实我们俩已经找到一些很多答案了，就是你要不断学习，在那个系统里头去找生存模式、生存方法，多观察别人是怎么存下来的，是吧？还得观察是枪打出头鸟那些不听话的怎么挨揍的，为什么挨揍，因为什么挨揍，要找找原因。对。你说这，我们说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对的，而且都是，我觉得正常人也都会认同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就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啊，就是可能地球人就是这样，就在这个状态下就只会这样，就是说，不会都觉醒的，也不会觉醒了以后都做准备的，就是不会准备。就是今天，比如说上海已经这样了，苏州的人还是不在乎，那苏州的人还是该玩玩，该这个那个的。对。会选择性遗忘嘛，然后不传谣不信谣，然后积极正能量嘛。一旦这些东西又是老领导，其实这个东西在西方也有，一旦上来也好，咱们不能说这些东西坏的哈。那个多看新闻联播对健康有益嘛，这个我也不是反对，但是就是说你要如果过了的话，有可能会丧失一些，总听官方东西的话会丧失一些机动性，就是官方的也要听，也不要完全去否定。我相信就算是什么安全局什么什么听了咱俩节目，他们没有自己亲人吗？他们不会真正的去思考自己的家人吗？对吧？咱们说的也是不是很极端吧？
咱们既没有反什么，也没有去完全赞成什么，对不对？咱们就是客观的把这些事情罗列出来，本质上就是说，能听姚将频道的，能活一个算一个，是不是？能救活一个算一个。天局的人不用听，人家自己就知道，而且他们也不用准备，人家有特供的，都即使是封城，他们不也是大白的那个那一派的领导吗？他也分级别的，底下人也倒霉，就像你说的，低端人口之间互相，那些警察。那些小底下干活的，他你看每年牺牲的有多少，活活累死的。对呀、啊，这次就累死警察的，累死居委的，累死志愿者的，有不少。所以我有说这些人怎么干活这么卖力呢？把自己累死了也不知道放放水歇一歇。我就是劝没事劝我那个国内的那些警察的干警察的一个政法的朋友圈啊，我说适当行了，先把自己，你连家孩子都不要了，你能对、啊、你这。你哪个家庭不幸福了？国怎么幸福？就是这就涉及到，就是我就是说，这最后涉及到本质问题，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就刚才说，那我既然什么都能接受，那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在活什么嘛？就所有的问题，你问到最后，因为你一旦求极限，就是我说你不能随便求极限，你把什么事推到极限，都归到本质问题，那你到底是什么？你在活什么？就是说我什么？我24小时不停的给领导干活。嗯，就你失去了自己了嘛，你成了个机器，然后领导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你成机器人了。我给出个招是这样，咱们看，你看以前的领导清洗那个黄种人数在美国，在你们那边北美，你看韩国人怎么做的，清洗他们，你看他们怎么对华人，这些黑人呢，对华人就是说华人不反抗，华人没有刚，知道吧，华人不团结，平时就是你骗我一点，他是华人之间就是擅长今天我骗你一点，明天你骗我，就互相就是就越近亲越骗，越得小心。越是同学，这些，韩国人怎么做？抱团，拿枪，就是真跟你拼血，拼跟黑人。黑人就到后来搞得不敢去抢这些韩国人这些店，这个都历史上都有吧？这些东西，你也看到了，在北美韩国人有多特简多团结，道理一样。你如果是某一个警察、某一个派出所上面给你压下来以后，你作为一个领导，你跟底下如果下属之间你们关系真好的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你都把自己下属累死了，你干嘛？你这一生你不谴责吗？你就说对得起上，对得起那什么，那信任什么？好吧，你拜托你有点良心，好吧？你对吧？说这我是是说很上对有的，政策，对。上有政下有对策，就是你这个小集体，我相信就像你说，不是所有人都听那一个皇帝的，都听习近平的。有不想跟他一起死的，对吧？那你怎么办？你建立你自己的这套系统，就是你的人脉系统、你的亲情系统、你的这些人肯为你卖命，你是派出所所长。你得给小弟点东西，你们才能很好的活吧？都累死了，给你再花一批，然后给你再扣一个反腐的罪名，何苦来呢？渎职的罪名是吧？你这个小团体才生存下来了，才是好的嘛。对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刚才说的比例的问题，到底还有没有可行性，或者是在某些地区有可行性，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可行性了。因为领导就是你说那个大数据系统，我觉得他能知道，就是这个区域已经这样了，他肯定会往，就像他下围棋一样，他已经算出来了，就是这个区域的人口比例是这样的，各个阶层的比例是这样的，他一旦用这种条件来限制，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因为就固定会出来这么多人互相举报，会出来这么多人执行命令。是的，但是我觉得你还想是当有好人，机会变少了。好人是，当这个世界。别以为好人是低成本的，我跟你说，当好人的才是就是考验你水平的时候呢，太难了。对吧？你得 有当好超人，你能不死就，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对呀、啊，在中国，会对，真的会死啊！你在看看中那个国，铁链在女。西方就不是吗？对呀，我是在哪儿都是。你当好在哪人，都是，对呀，你当好人，你去找铁链女，直接被抓走，直接就消失。那你铁链看，女。这共产党还告诉你有铁链，在西方多少人都不知道，他消息封锁的死死的。知道了，他们也不在乎。我就说他们更冷漠，他们就对，是已经完全被分而治之嘛。对，就是，而且西方他们的，我觉得关键就是不在乎别人。就管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我自己跑了就是，因为他家族家庭本位的嘛，他就只管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对，中国人有一个想套中算国的法，知识分子有家国情怀嘛，
因为中国的古代就一直教你这样。对，你是要为全世界全天下。对，你要合理的，什么东西别过度，你合理的，只要咱不反对国家的家国天下，对，家好了才有国，是吧？那么我就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太过了，是吧？就是说要合理的去量力而行，就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他你生存的下来的人越多了，这个国家是不是越强？就这个民族就越有刚啊？你连人都没了，你还有什么刚啊？但是有话要反过来说，你得先有刚，你才能存下来。东北话就有刚嘛，是吧？你别啥都听，你别啥都不听。现在就是两种人，啥都听，啥都不听。哎，不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这次他们中国人都写出来了，叫平庸之恶嘛。你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是，就是说很多人是不作为，就是说求我啥也不干，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视频都发出来了，你跪我也没有用，我什么也决定不了，那你就只能看着你死，我就是眼睁睁看着你死，因为领导没说话。所以这次就是上海人可能是这么多平庸之恶导致的，就比较严重。那我就是不发，领导没让我发，我就不能发，我不敢发，发了我就赚不着这1000块钱了，或者就直接没有党员的这个都没了身份。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平庸之恶就促成了，所以我说是不是已经真的这样没办法了？因为算法知道就是这些平庸之恶数量到了，那你就是你就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所以我老说是不是真的到了这么的程度，就是因为以前陈美说嘛，烂到一定程度没办法，这个社会已经这样了。不要那个，就是因为老领导说了嘛，不要太悲观，就是这叫大重置。你咱们再举个，咱们回到俄乌局势，咱们再怎么极端，有俄乌局势那个老百姓吓人嘛，连人炮把你家都轰没了，关打贼这次给你关到家里了，是吧？那个地方还有人，他那死的人还不一定比上海多呢。嗯，是是，他那个对，因为这个东西属于你像你说的有病啊什么这些啊，不能及时去就医吗？对呀、啊，而且他那块他也不是为了重点杀人嘛，他是摧毁军事目标、嗯，但是他围城确实死了好多人，那肯定的。但是对，他围城围好长时间嘛，嗯，对对，就是两种的极端。我其实我是有民族观念的，我不太关心俄罗斯东欧那边人死不死。反正俄罗斯人都是炮灰，我觉得俄罗斯乌克兰的人、这个其实哈，他们都是炮灰。我这么说你可能别建议啊，因为我是少数民族，你是汉族嘛，老领导挺介意大汉这个民族的，因为自始以来我们通过后面的就是说这个满清势力，我觉得还是存在，不管是谣言，我觉得就是这个真老领导会扶持的这个存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汉族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民族，他的这个就包容性和他这个怎么说，这种是因为你亲身会体会到的，就是明显感觉就不那么极端啊、但是这种东西呢，但是通过它的历史呢，你还要看这个汉族历史的这个怎么说，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反而是比军火器这个枪炮要更厉害，这反而是觉得西方人去因为西方搞那种丛林法则嘛，两套算法嘛，所以说咱们是四两拨千斤，他们是就是千斤压你四两吗？我不是说这个真的汉族和朝鲜族还是什么满族，我就是说我的民族观念应该是国家观念，相当于是民族国家主义、啊、一个统一我不太关心那个一个别的国家的，是对文化圈，然后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嗯所以我比较，因为你关心上海更容易一些嘛，对对对，关心上海，你起码有这个同样的语言，然后很多人在这渠道里发嘛。对 对, 对。你关心乌克兰，你又不懂俄语，不懂乌克兰的语言，对，你看的都是英语、汉语的，都是那些官宣的，对吧？你接触不到底层现场的那些东西，就更少。从我能接触到来说，对，离真相108000里，全是 BBC 的，全是 对啊。反正我想总结来说什么，在西方呢，你像这种有这种对抗模式，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是可以借鉴的，包括新加坡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如果在国内，我觉得这个建立自己的团队的这个生存的这样的还是有机会的，并不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像你说，连某江那么极端情况下都有生存法则，那这上海就没有吗？肯定有吧？是有，但是那个生存法则已经不是正常人的，就是就是说，这个就接受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人
我还要回到刚才，就是怎么对待老领导的，就是态度是什么？就为什么一开始问这个呢？我也每次节目都问不同的人，要么加入，这个、要么反抗。嗯，对啊，就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刚才说有加入的话，对抗的态度，丧失上良心。哎，有的，嗯，我觉得就是我有看这个英语媒体的阴谋论的嘛，有的人他已经很大岁数了，可能七老八十的都，他们已经搞阴谋论，可能搞了一辈子，搞了50年以上了。对，我比较我愿意参考一下他们的态度，因为人家搞50年，对吧？嗯、不是白搞的，他肯定态度都转变好多回了。态度，他们现在态度，你总结起来是什么呢？是加入还是反抗？嗯，还是另外？如果是有他们有是相信轮回的，相信轮回的那批人，他是对抗的态度，我认为。对抗。相信有来世前生的人，他们从更长线的，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像你说的是宗教观点的，嗯，宗教观点的就倾向于对抗，嗯、因为宗教就这么告诉你的，基督教就是这么告诉你。这是老领导一定会找机会清洗，我相信群里边要听的话，对你们宗教小心点，你们一旦去走极端对抗老领导，他们一定会收拾你的。嗯，好，你继续说一下。然后不相信的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学者派的，就是比较轻那个修仙派的，他们就是研究就观察、嗯、他们就是停留在、哎、我认为他们是更像是第三方在观察，就看戏的这个感觉。嗯，包括咱俩就是，所以我很警惕我沦为，就是我们会沦为这种状态。因为西方国家其实说白了，那些人他在西方国家二战以后 baby boomer 这一代他是非常幸运的、嗯、什么罪都没遭过，从小到大什么都有，就是你工作几十年很容易就赚好几套房，相对来说衣食无忧。 对，然后所以他们是非常容易做观察的，对，非常容易获取信息，就对比全世界所有的人，他们是最容易获取信息的低端人口，然后最容易衣食无忧的，有闲暇时间做观察的。然后其实第一代第二代出来的中国人刚刚到这个状态嘛，嗯，就是进入观察期，就沦为了观察。而且现在中国人不只是沦为观察，就是沦为就是看电视剧，他们连态度都没有，他们态度就是逗着玩，对，就是逗着玩。然后我骄傲，我幸运，就像台湾人说，就是像台湾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大陆人，你正常出来的话，你进入一个平稳期以后，你很容易就沦为这种，就是你研究来研究去，反正我就在这观察。所以我为什么老强调你是什么态度？我老问你什么态度，你什么态度？就是这样，你要是没有态度，就什么都无所谓，就观察。最后你是什么？就是我不太认同这种选择，就是不满足。我觉得他们这种选择没到位。嗯嗯，就很容易就做到这样了。就你没努力，你就可以观察，因为你就像上海人似的，你没努力，你的房子就2000万，和你没毛关系。你今天有钱和你没关系，你今天饿死也和你没关系。你从来从头到尾没努力，你就得到了。嗯嗯，所以你生你死都是领导给你的。我今天对上海人是这个态度，因为上海就是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所以那些、嗯、我觉得那些学者也是这样的，就是想瞎观察瞎，所以他们知道很多，然后可能看得多。嗯，但我觉得就是努力的还不够，但也不能说他们没努力，人家确实研究历史，研究像你说的天文，他们什么都研究嘛，因为人家研究时间长嘛。对，然后最后但是联动型的我确实尊敬他们，包括搞气候研究的，我确实尊敬。但是他们连起来的，像马斯克那样，就是说又会骗人，又会懂物理，又会懂这个，像其他的人，就是说懂历史，乱七八糟都懂的，这样的人太少了。这种人我觉得可能有，但是如果已经达到那个程度的，他就不会在 YouTube 公开媒体上弄了，就可能他会私下里写一些书，然后跟朋友说，就是在小圈子里。然后小圈子里边再扩大到更大的圈子，就会露出一些到 YouTube 上来，就会这种形式。我感觉，嗯，对，像咱们就属于半，就怎么说半，就是半熟不生的。因为我们就是每个文化圈子肯定都有你韩语、英语的，还有我们汉语的，都有能接触到上边的嘛。嗯 嗯。那他们就会传，他们就会在小圈子里传，然后能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都已经几十手了，可能。对。然后我们就聊一聊。对。因为我听英语的能听出来，他们获得信息也不是他们真的研究出来的，因为他们可能有更内线的朋友，再有更内线的朋友，就是然后给他们透露点，他们去研究研究，成一个体系出来给我们讲一讲。是的，是的，这么弄吗？就都这么弄吗？而且负责写书吗？负责写书让我们看一看，明显的看到很多逻辑是断的嘛。
这已经不错了就。但是就是说还是刚才那我们在这个可怕的这个压迫下到底是什么，哎，其实但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没有时间什么选择态度不态度，形势比人强，到你的时候你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嗯，对，我是觉得现在更危险的更大的剧本在后面，就是说这个病毒只是一个催化剂嘛，到后面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物价也当时我们看到哈，经济这个崩溃，是这个气候大型的灾难危机，这个是一个危机。再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不太相信僵尸剧本和人造外星人去侵略剧本嘛，这两个剧本你怎么看，就是说僵尸和这个就是人造外星人侵略入侵。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僵尸剧本，从我看的话我没感觉会出什么僵尸什么的。然后你人造外星人，外星人入侵这个是他们就是说最后会上吗？肯定会上啊。但是你以前你的频道、啊、你的思维，我要这么说是两个、啊、我想说就是老领导如果使外星人剧本的话，他可能就准备好释放新科技了。嗯嗯嗯，是有信号、啊、提前信号出来的。那对，因为外星人一上就要释放出很大量的新科技，可能就一下有个科技的跃升，要不然他没准备好就不会上外星人。就是说如果一旦上了外星人，他可能就要真的因为大清洗。嗯，对，然后重新科技升维了。嗯，对，有一个模型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老领导搞的手段是全球化和非全球化嘛，为什么这么搞都可以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嘛。然后再就是配合着他这个金融剧本走嘛，就是这个金融是什么通胀和还有配合的周期，就是金融美元和原来是黄金挂钩嘛，到后面给脱离黄金跟这个石油嘛能源挂钩，那现在是什么，它跟所有挂钩，不只要是稀有金属嘛，还有是数字，打造数字这样的一个货币系统嘛，对吧，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再就是搞这个周期性的灾难，就是周期性的这个一个手段，就是跨过靠什么呢，靠杠杆是什么呢，就是通胀和这个滞胀嘛，就是通胀和这个紧缩嘛。嗯哦，配合着来。然后再就是科技和能源，这一回老领导一定要把控的。科技刚才说了不能出现 bug， 老领导必须要收购什么的，老领导收购，通过谁，通过马斯克这种人，通过这个比尔盖茨嘛，对，全球的基金嘛，对，能源是给几个基金。对，能源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这个资源的诅咒嘛，你只要能源丰富了你就肯定注定是悲哀的嘛，是吧，你看那些只要但凡是能源丰富国，你看有好下场吗，对不对，他会上各种系统让你去，就是传销手段嘛，让你上传嘛，贷款嘛，最后你就入会了嘛，加会那天就是你家破人亡那天嘛。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称之为武力模型嘛，咱不是波特哈，咱不搞那个钻石理论。嗯嗯，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模型手段下呢，我是就是说外星人剧本是一定会上，原来你的频道以前的思维是什么呢，先上人工智能这个剧本，然后病毒，然后如果这个东西推不好的话会用外星人剧本去加速。我现在也是，我还同意人工智能会先上，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中间这个病毒啊，在衍生到一定期间，它可能是为了摧毁你免疫力，它会制造出各种针对不同人群，你看最近孩子那方面的肝炎不又出来了吗，它会我相信未来什么天花这些传统的那些病，他们都会放出来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僵尸他为什么老领导一直在拍呢，他是就是说一种媒体性的宣传娱乐性的就搞这个恐慌了，还是说未来真会上这个东西，这个僵尸这个东西。原来我也是觉得这个很不屑这个剧本，但是最近来看好像不是耶。嗯嗯，我不知道你怎么，我很怀疑老领导要不要消灭很多人，我不认为他真的要消灭，他就是要控制。控制不需要杀那么多人。哎，有一期我是不是做了一个控制？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各种控制，控制啊、对，智慧城市嘛，医疗嘛。对，对啊，你说我如果这些智慧城市、这些精准医疗、大数据监控都已经上完了，我不需要杀你了，杀你干什么？嗯嗯嗯，就是除非是你没有用的时候再杀你，就像这些老人老弱病残嘛。嗯，那些剩下有用的不需要杀。但是他会制造一个典型的，比如说在一个某个区域造成一个大恐慌嘛，这是老领导典型要做的嘛。然后他最后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就是他要造成一个哦，全世界的我是救星，以这种形象就是人嘛。先搞出一个灾难来，然后再派一个救星出来嘛。
这个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就是这种模式，就是普京嘛，救星是普京嘛，要不然是马斯克嘛，对吧？不是普京就是马斯克，要不然就是最后不行就外星人来嘛，因为外星剧本一直是有外星人要来救地球人嘛，这个一直在的。要是不需要他的话，那就直接马斯克或者是普京，普京就是代表世俗的政治人物嘛，马斯克就是先进科技的下一代移民火星的人嘛，实在不行来个真的外星人给你们弄一下。但我觉得好像都用不上那些，直接人工智能的就是再加这些精准医疗就够了。够了，是。然后经济体系转成数字的，然后就所有的东西都是配给制，就行了，就够了。但是就是说，还是回到普京那儿，他到底普京啊、习近平啊，所有这些国家，他本地的势力是不是完全配合老领导的？不是，这个、我觉得一直是有争议的嘛。对啊，这是一直就是说，每个国家可能都有本地势力，这些大的国家对都有本地势力，都有民族势力，他们都不同程度的。离心和老领导离心离德，没有完全配合怎么的，都有自己的利益嘛。对，因为老领导说全世界要怎么怎么样，他各个国家还得抢资源呢，是吧？这些本地势力都得抢，所以你在不同的地区都听话，但是背后是吧？张作霖说过，表面上都看着像在水面上游是吧？那鸭子，那其实水底下都拼命扑通，对啊，所以你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那。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像你说的，你在新加坡挺好的，我觉得新加坡挺好的，虽然是什么都先上，什么都先试，但是就是你生活质量还挺高的嘛，虽然被管着，被完全监控。他旁边的马来西亚就灾难的是频频，就他就隔了一江之隔就没病啊，病啊，你不觉得这事儿就很可疑吗？人家说新加坡以后要打造成第一个那个悬浮城市嘛，对啊，就是、浮在海上，就是未来城市就新加坡嘛，先造成为未来城市。对。对呀、啊，所以新加坡不会有事儿了，就是老领导的一个三好学生的。对，你要去旅游，对，建议只去新加坡，但不要去其他地方。当然你要停留两三天，可能这个几率少一点；你要停留时间长了，可能危险。其实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梳理了这几年老领导所有的好多的这个模式、算法，还有一些生存的法则的。当然肯定会有一些局限性，但是说目前来说，我觉得在中文自媒体频道当中能把这些梳理出来的好像寥寥无几，觉得没有人这么聊，在 YouTube 上好像这么聊的不太多，从咱们这种视角的，起码是中文没关注，中文视角来聊的好像我是没看到，不知道你看到了，我是没看到，没有没有，我是没看到，群里的人也应该没看到，不然也不会在咱们群里他在有别地方没看到吗？对，有看有45人，已经不少了，我觉得。我还想问你一下，你注不注重这个来世啊，还是今世，还是前世什么这些东西，灵魂呢、啊？你这个你是什么态度？我这么态度的，就是前世不管是怎么样，但是我是个人，个人想法不具有普遍性哈。我这一生，我就是说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嘛。我这一生遇到了我这么好的老婆，这么好的就是说。一些打破，包括工作机会，当然是有自身努力啊，好的父母或者是环境怎么样啊，不管是我说所谓的好，就是起码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比较积极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身心啊，就实的虚的都比较我至少我自己认为是比较还可以哈、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是跟前世。某种积分就是可能达到了一定积分，就是给你这么一个，要不然你怎么不变成狗呢？不变成猫，变成虫子呢？是不是？或者是咱们也不能说这些动物这样就得罪动物了哈。但是你怎么不变成一个低维的一个东西呢？他肯定这个人是有灵性的东西嘛，他肯定是高级动物当中的一个，起码是中级动物吧。咱不说是什么神仙啊这些东西，是吧？然后呢，这是对前生的态度。对于今生这个态度呢，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循环系统的话，你要东西你要尽量去少做一些出格，就是老领导给你，就我说这个老领导不一定是恶，甭管是恶的还是善的，他总会给你画，就是你是孙悟空，你逃不出这个如来佛祖这个手掌心嘛，对吧？你即使想逃出的话，你也不能就是尽量不要要找中策和上策，不要做那个下策那个事儿，就下三滥那些事儿要少做或者不做。尽量不要做，
人这辈子不可能都不做瞎扯烂的事的，对吧？谁干净啊？你说谁百分之百天生生出来我就是完全干净的，高高在上，不可能。咱可以尽量少做嘛，就是咱有点提前思维，坏事尽量少做。那么这样会影响到你的来世的这个积分，因为老林呢，我看他这个上这个系统区块链的，对积分是很看重的。你看现在包括上的 ESG，我说都是有来源的，不是根据的，你们去查。这个新的绿色经济剧本，就是老领导这个做模型思维嘛。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修仙这样的等级制，这样的，包括现在你看，那个剧本当中修仙他们那一帮人当中，他们也在看积分呐、等级啊。这么对应的下来的话，看的话，我觉得这样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是尽量去，咱们不说嘛，这宗教有些东西虽然是娱乐的，但是也应该搞，就是吸取一下，多给自己积德嘛，行善积德嘛。我就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有真的这个修仙的通灵的来上节目啊，或者是跟我们聊一聊，指点一下我们。你说你有朋友，能不能请来真的这个得了一点道的，能给我们指点？他们这个得到的吧，哈，一个是没时间，真的很忙，就是真的很忙。再就是什么呢？他们也不是说什么都懂，他们就是说就觉得我应该做任务，挣点钱就行了，出点力就行了，多一个没跟他没关系，他就不做了。好吧，或者说是他有可能更深的东西不愿意告诉我。我是觉得，我看到的这些有点修仙的这些人呢，就是更多的还是挣点小钱，然后完成点自己的任务。就他们修仙里边的也有，就是说思维僵派，就是僵化派，就是 为了他们那个体系的生存而奋斗，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奋斗。他们有规则的，他们有天庭的规则。对，之前还有那个。有一个也是群里的那个朋友说什么他认识的什么朋友被什么人给借用了一下身体做了点什么事儿，就被上身了，被上边的天庭的人上身做了事儿赚了钱了就。那我说这种人怎么都不能出来分享一下呢？就是如果这种人也有是不是少数了，可能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就没有一个李文亮吗？就没有一个什么上海那个杨家吗？有献身精神的，就是即使是自己形神俱灭了。咱们这个分享一下嘛，对讨论现在，你看你我搞经济商业的是吧？我是行骗的，你是搞物理工科的，就是码农是吧？都这个各种这个领域的都来了，现在就是差真正他们那批，真正他们怎么想我就是这个修仙这个维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这种人，但是英语频道里是有号称自己是这种人的，就是能什么什么遥视啊，能看到未来或者是回溯过去的。因为英语里一直有这一派，就是说能看到以前但我相信很随着久远时以间前推的，演会有的，因为这些人呢，就中国国内的这个，或者是华语网的这个修仙派这些人，我觉得搞这个自媒体的不是特别应该多，很多，应该很我多，觉得，但是不是特别多，我觉得哈，就搞新型媒体，特别是搞在国内搞 YouTube 上来说的，几乎还得是修仙的，你这样的话，从概率上就已经降低了，对吧？然后再加上咱们再上一层，这些搞这个修仙的人，他们也有政治观点，你发现没有？要么就是搞右派，要么是搞左派，要么信西方民主那套，要么就信咱们那个国内那套，他们也有意识形态束缚，这样的话概率又降低了，这也就是解释了，反正我这是我的个人浅见啊，就是这样是有原因的，他们也是脱离不了肉身嘛。他们也我得是积个真肉希身，望有这种，对啊，真希望有真修仙的，会就有，是很严肃的上来这个讲一讲。我我觉觉得得之会，前上来都不严肃，都是还在赚钱的阶段。就是如果你，我觉得就是研究什么事儿，你还在赚钱的阶段的话，那就还不到就位。是群里我不排除就是有人就是去反对我怎么样哈，说我是猪啊怎么的，是为党说话怎么的。我说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先成为猪了，完了再说行不行？就是连猪的水平都不到，你再说是不是？咱们可以 PK 一下嘛？你拿出来你那个知识和我这个知识，咱们可以聊一聊嘛，对吧？你别上来就去完全否定别人。你在否定别人之前，拿出你的观点出来，理性的观点是不是？你看看你自己否没否定过你自己，然后你再上来就说骂猪什么的去骂，我觉得这样不太妥。当然，咱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是公开言论嘛，就是说互相讨论一下嘛。也不能，但是说你去诋毁搞这个这种东西，我觉得在这个频道里应该没市场。那群里有人骂你吗？
啊，没有人说你啊。以前你给我切图了嘛，就是说妈我和 JK 是党养的猪嘛，两头猪嘛，被宣传嘛。有、嗯、我都忘了。啊，你都忘了啊、哦？好几个月前了。无所谓。那对，但行，那你说我如果那时候可能我知识储备不了，那我就慢慢学习半年，我再出来。可能你也感觉到我这半年也有不少长进，但是这个长进我不可能在这个短时间半小时一小时之内去跟你都说出来。对对对，我早就不在乎就是网友评论的这个，他在乎那个浪费时间闹铃。嗯，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就可能地球人就这样呢，就是总有这种人、嗯、就是因为他可能处在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这个角落，他就会吸收那些东西嘛，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有些东西是注定会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没也没有什么希望不希望的，就是就像你刚才说老领导，你可能对他的态度就把他当成一个物理规则，他是规则的一部分，对，他是自然界规则，对我们来说就是规则的一部分。嗯啊，那你反抗是你反抗牛顿定律呢，你在地球上肯定是没希望反抗牛顿定律的。你除非你上了太空，你能逃离牛顿定律，你在地球上那老领导就是你的物理定律。太空你也逃不过去，西游记不是白拍的是吧？我不过是如来佛祖的佛掌心，上天宫也一样，还有新的规则。对呀、啊，嗯，就如来佛祖，他也有他的规则，他也不是最大的，嗯。对啊，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我们把这个就当成规则的一部分的话，嗯，这但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规则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放弃了原来，就是你还能坚持什么？就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作为人吧，作为我们这种人。就总是你没有什么坚持了嘛，就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放弃了，嗯，就变成了像水随波逐流，像水一样逆来顺受，就是你觉得对吧？作为人有没有什么要坚持的？就是那我就这么问，今天你觉得你什么是你的？你有没有底线？你作为一个人，你有就是在老领导这规则面前，如果他随意的变，嗯，那就是什么底线都没有了吗？还是说变到一个程度，我就不再跟着你变了？嗯，我有，这就是我的底线。你觉得你有正面上不要对抗，然后，嗯，就是表面上去，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去应和，但是有点底线，有点积点德，就是咱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做不了坏事、恶事，尽量少、嗯，这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他们群里有人骂我是猪，骂我是狗嘛。我跟你说，你能当猪当狗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连猪，你现在很多人连猪狗都不如。上海就是嘛，上海先当猪当狗了再说行吧，咱别想着一下就当如来，当孙悟空如来佛祖好吧。嗯，对，那些就是骂我们的或者是什么，像有些就是嘴炮，就是总有这个找优越的人，进群的一小半人就是进来就找优越，找完优越就走了，被或者被我踢出去了，他们就是想找一个人发泄他们那个不成熟的观点，因为没有人勒他们嘛，平时在社会上或者是周围的朋友圈没人听他们嘴炮，所以说有很多你看清华的那个老教授们，他们的子女大部分选择工科物理学或者化学嘛，生物学嘛，为什么？很多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奋斗了一辈子总是被诋毁嘛，然后就会你稍微吸收点西方的这个理论，就会被骂成间谍嘛，或者是走狗嘛，或者是投降派嘛，对，他看透了嘛，看透了最好的保护自己还得学习，就是学这些生物学物理学，因为这些所有的高等数学的符号、嗯、这些数字什么的，他们这些地道这些垃圾人没法去反驳嘛，他们看不懂嘛。对，嗯，不跟你们玩这个低端的游戏了。对，但他们都懂，他们都懂，嗯，他们并不是不懂。你像这些人，你别骂他们是狗和猪，这些狗所谓的你们眼里狗和猪，他们的阅读量一个礼拜能上到至少50本以上，你自己看看，你一个礼拜能看到一本书吗？人家这翻书中国人不看啊，我觉得他们一本书也不看，他们一辈子可能也不看什么书，你就停留在那个新媒体那个手机监狱里，你不敢跳出来，嗯，你也不想承认，他不是说不敢，他不想承认我们有这样，世界上还有这些人存在。但这些人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也，哎，就是我们是很悲哀的，因为你说了半天，人家那些一本书也不看的，可能比你活得好，比你活得长。嗯，暂时的。这两天你看那个王校长，你这不也是隔离了吗？你看那么有钱的。对呀、啊。
你看到了吗？看到下场了吗？对，看他，我看到他那个在监狱的，不是监狱，隔离的房产医院的照片，集中营。嗯，对，旁边好几个保镖呢，人家都说了嘛，旁边保镖还跟着呢。人家到集中营也是老大一样的。对，你就想，嗯，你王思聪进去了，很多人讨好他的，就当时孟晚舟在温哥华，那主动上去讨好的太多了，对不对？一样的，对，到哪儿他都是大爷。对，讨好的这些讨好他的还有很多西方人，嗯，这样，那王思聪在那我也得去讨好啊，对不对？支持一下我们自媒体嘛。对啊，起码他旁边喝那些矿泉水，你能得到可能一天就两瓶，他周边你看，他周边七八十瓶，随便给你甩你两瓶，你是不是能多活一个小时？对啊，给你一个指点就够你一辈子了，可能指点你一下。对啊，对啊，然后你们重新解放之后，没准人家还重用你了。这就是监狱里边很多都是在狱友认识嘛，出去一起干事的，做生意的，对，好多。远亲不如近邻，出门靠朋友，这个话是对的。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领导发动群众斗群众嘛？那在上海的这一段局部的地区出现这个情况，就是你看，就这个时候就是，所以我说得选择邻居嘛。就我老在群里说，你得选择你周围是什么人。对，你一出阳性，周围的人都要把你踢出去，对不对？不是踢出去，要弄死你，举报你，家暴网暴，嗯。然后你被拉走了以后，到你家去偷东西，这些事都出现了，嗯。啊，还出现更离奇，嗯。对，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尽量建立自己的生存团队。这不管是在西方和哪都是应该有的。我现在就注意，就是说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去沟通，然后去建立自己的生存系统。这个生存系统不一定说他别人完全理解你，起码是跟你是有一些同频同振的，起码是跟你是生意伙伴吧，对吧？嗯，起码是其他各个角度上、学术上，或者是跟你有一些相同的，或者对你有帮助，都可以打造一个就是说你生存几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有的时候聊一聊就挺好的。因为你有的时候吸收一些负能量释放一下嘛，或者有一些偏，你有的时候会出现偏激的一个想法态度，嗯，通过这个交流就能释放一下。对，像咱们俩交流不一定都是一致性的，但是在这样的不管是一致性是非一致性，都有一个能得出一个模型或者是算法出来，能有一个总有一些结果，对吧？咱们也不是为了吵，也不是为了闹，也不是为了互相捧。有可能半年，咱俩这是快一年没见了吧？嗯，忘了上次啥时候了都。对，都忙着赚钱嘛，你得忙着应对生存压力。对对，但是总结下来以后，互相属于信息要双向交流交互嘛，这样的话对你自己是有帮助的。嗯，我感觉还是你这边信息比较量比较大，金教授就是不因为你是研究人文这块的嘛。我对吧？算是这个。骗人嘛，社科类的，研究老领导怎么骗人嘛，社科嘛。对啊，你这个研究的很到位，很系统化，我觉得。我跟你学习的就是什么思维呢？就是这个，你是搞工科的，因为你这个你讲这些东西吧，很多不是线性的，就是一看就是工科人出来讲的东西，这个是我的收获。嗯，以前不没注意，我觉得工科有什么呢？以前就是一个技术工人嘛。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要看人才的流向嘛，嗯，因为你看很多人会往某一个行业集中，那些人如果这个行业没兴起的时候，他们原来可能是在别的学科的，这个行业一旦兴起了，很多人就进来，那些人其实他就是人才，他到哪个学科都可能会成为人才。所以因为工科现在因为老领导就搞这科技嘛，搞这数字化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都过来了。嗯，就你就能，但是我就说这些人才也不知道他们天天在干什么呢，都在上海呢赚钱呢，吃不上饭了还在赚钱呢，对吧？所以我就说能出愿意出来聊的想出来聊的还不够多，还是我们这个声音也不够大，反正然后可能别人也有的其实看不起我们，对，反复找人人家不勒我。嗯嗯，其实不用就是短时间内去或者怎么样去大不大小不小，只要这个声音发出去了，慢慢的会。其实你这个频道吧，是我感觉哈，是主动和被动是都有限制层面在的。而再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总会去
引起人一些思考，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并不是说以人数来看，最重要是质量。还有就是我观察到，就之前也说了，有大学生嘛，在群里的听这个节目的，我也想这些人，因为他们在国内也不方便，就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出得了，也不需要观点成不出不成熟，或者是想的够不够，就没有对错，我觉得也因为，哎呀，就是你看不看那新闻，上海现在连国际歌都不让唱了。什么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但是我知道现在中小学不用看那个大学了，中小学把那个农民起义那个所有的章节都现在已经学不到农民起义了，好像。虽然历史上是真正农民起义啊，但是咱就说这意思，就是。鲁迅的文章现在看肯定不合适啊，就是说很多文章以前的民国的时候那些人写的文章，现在看都不合适了。你别按照看现在这个方向，中国是这样，这是全球都是这个趋势，就不让你学到真正的东西，全球的就是不是一家哪家这样，对，这都是这种，因为他只想让你成为一个螺丝钉专业人才嘛，就对，那领导就是想让你只懂一个东西，只懂一个东西，然后做到极致，变成一个机器类似最好，然后下一批，别的你都不知道最好，对，他不想让你都知道太多，对，所以咱们这个频道就是说，也没有去反抗什么，也没有去怎么样，就是一个思维梳理，然后，能救一个算一个吧，咱就是伟稍微自己说点伟大点儿，我认为这就是救，对，或者是以前啊，我还有这种救别思维，现在我都没有这个想法，也是人家看，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因为我以前听窦文涛的节目也《锵锵三人行》嘛，可能很多人都听的。我觉得他那个态度就是已经到了那个知道自己咋回事，就人家都瞧不起你。你看他主持那么长时间，他就经常说，哎，这唾面自干，就是你可能跟别人聊的越多，就越知道大多数人是瞧不起你，就不把你当个人的。对对，就是但是我觉得甭管看我们节目的也是这样，大多数人是不在乎你，就是，所以我就老说低端人口是就只能这样。就从这个态度的比例上来看，我就觉得可能大约就人类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智商、知识水平，大约就是这样了。就领导，那领导100%的知道你是怎么样。你想的更宏观，对于我们就是我不是搞干这个行嘛，就是教师行业什么的，就是咱虽然做不到100%一视同仁，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不管他技术好不好，肯听你的。肯学，那就只要有一个学生在听，那你就把你制造的尽量给交给他就好了，就是问心无愧。有这么一个情怀在吧？是我们都是分享出来，然后我观察到的态度就是，有的人是他进群，他就想分享他自己，他不听你说什么，他一只是个来情分绪的享，宣就泄，只是来爽一下，对。对，爽一下。还有的人就是来骂你的，就是他可能是代表某一方的利益还是怎么的，或者是就把自己的一套理论说出来，他可能是要代表一个观点一个态度，说完了就走了，就不出现了也。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可能也有什么目的的，还是代表哪方利益什么的，就很奇怪。还有的就因为是，你恨铁不成钢嘛，你有时候你总觉得你其实有内心当中想盼他好，但是他不好，所以你是有这样的，这是我个人感觉哈。对，我是有这种，就是我在想这个，就你不看孩子还是看什么？你看这个人类，假如你是看这个群体，就你看一个蚂蚁群。你看这个蚂蚁群，它在怎么弄？它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似的？那我就想，领导就这么看我们，不是？那领导如果看到这个的话，那领导你们就这德行，然后你这出了几个蚂蚁在这瞎聊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嘛，对，开始笑。所以我是不是就真的是这样？就是，但是我们像幼年期的，我们这幼年期的蚂蚁，刚知道一点事儿，就觉得怎么地了，觉得这个世界观被冲击了，人生观受到打击了。很多上海人今天是这个状态，刚刚进入这个状态，就是刚刚被听咱打俩击节了，目，确实是就毁童年。然后就以为怎么地了。那实际上领导知道你再长大一点，你就知道，哎，你又成熟了，就觉得没办法，还是只能这样。你再长大一点，你就接受了，这就是物理规则。再长大一点，你就又死了，再长大一点你就死了，就结束了。下一批韭菜还是这样，但是就一直只能这样。对，然后我就你就这样你就没有救世的观点了，
你就不反抗了，你也就不对抗了，你就沦为观察，那你就好好活着观察。然后你要是再厉害一点呢，我就说像有钱人，他们就开始追求长生。所以现在我现在感觉我要是有，应该不是长生，原来我还觉得是长生，现在他们追求的是神。嗯，你继续说，哎。但我觉得现在他们即使有钱人还到不了那个地步，就是只能延长寿命。对，活得更好，健康的延长寿命。我现在觉得我能做到那个，这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活得长一点。但是我想来想去，我活得长不长？我活得长不长？现在的医学理论，我看到的一半靠基因嘛，一半靠自己的平时养生这些习惯，一半靠基因。不是，养生的习惯主要是饮食。哦，你是这么想？空气、水，就这些你注意了，然后另一半就靠基因，自己改变能力也不太大。这些也很接触不到神药。对，啊，对你最后说一个点亮的以后，就是你要想接触这些神秘这些东西，你必须得加入他们，要不然这就解释不了这么多人为什么想当总统。嗯，对，我觉得习近平能活到150岁。当然，咱们都死了，还在这瞎聊呢，还骂那小学生呢，人家是仙人，他已经按照那个修仙，他就已经是筑基了。200年叫筑基，修仙小说里就是200年寿命叫筑基，人家已经筑基了。不是在你节目当中神仙确定一个事儿吗？就是普京，他有好多个普京，可以克隆出很多真正的普京，有可能现在在瑞士去这个喝的香槟是吧？就休息呢，我就找一个。这在历史当中，其实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一个理论当中，就是他们已经知道了，就是有很多替身嘛。这是公开的秘密嘛，就是人家你看到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你看到这个东西真正的，人家就是说他超前技术肯定是200年是没问题，至少现在基辛格就出来的这些代理人就100多岁了都已经，是吧？所以我就想什么救谁，就先救自己嘛，先让自己活得长一点。我先当狗，先当猪了。我当过了以后，我就是出来跟大家说一过，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我也不是猪也不是狗，我当了以后才有体验啊，当了以后你才能知道下一个剧本的是什么。你连猪和狗都没当过的话，是吧？就没有必要，就是没资格去就说，就是没你不懂真正猪和狗的痛苦或者是快乐。对，你还是很在意那个评论，在意低端人口的这个态度。不是，我是刺激他，就是想让他再重新去反正就像你说的杜文涛那样，他这些有些人就根本不可救，你就浪费时间，有可能是这样。对啊，所以我说领导就这个态度嘛。以前的阴谋论说洛克菲勒要招那个导演的时候，问那个导演愿不愿意加入，那导演就老拍那个底层的纪录片嘛，要底层觉醒。他就说你在乎他们干什么呢？就对吧？就是那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挺。这个时候就又回到原来，我们对老领导的态度是什么？对这些加入了领导的精英阶层的态度，还有我们自己对比我们更底层的人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底层也分好几层嘛，对不对？你对三和大神的态度是什么？你对上海吃不上饭的流浪汉的态度是什么？还有上边精英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那如果每一层的态度都是这样一致的，都是这个，你在乎他们干什么？我就问，那你和咱们和别人的关系是什么吗？哎，但现在看来看去，我还是悲观绝望的观点。但是我发现欧美的那些老太太，就是 baby boomer 那一代。他们是非常正能量的，就是他们对世界是有一个，就圣经，从小读圣经灌输的嘛。他们那一代美国人有非常强的一种观念，对，就是、包括现在美国政府人也就是美国也是假皮嘛，一张死皮嘛。但是美国政家是有情怀的，是有不是完全都听老领导的。美国，我观察英语媒体，美国是有那么一批搞阴谋论的人，是这个很强的态度。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凭空的。就肯定他们有民间的这个支持嘛，就这种力量。对，但是中国我感觉从我的观察好像不行，就没有这种能量，没有。有也是，哎呀，有也是不敢乱说，不敢说了，都已经。对。他觉得伤心了嘛，你说了也没有用。
说了人举报你，人家上你的位置了，被你就被取而代之，对，等着的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你这，所以这就是这个事儿，哎呀，所以我现在的我的观点是偏，还是搞好自己，先自己活得长一点。有的时候很多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没有意义，因为你想嘛，人家习近平领导人活150岁，咱们再过50年嗝屁了，死掉了，就聊的这些都没有意义。你连零零头都不到，嗯，对啊，你说小学生又这个什么800里几百里不换肩什么的，就人家开玩笑逗你一下，这都没有意义，历史过眼云烟。因为活得短和活得长，我觉得是本质区别。你要是活得短的话，嗯，就一切都没有意义，朝生暮死，就像炒股一样，你是短线剧本，就只要你但凡你敢进短线资本，你就死的就是快。嗯嗯，长线剧本的。基本上也挣不到什么钱，就是就但顶多就是能活得稍微长一点，你连长线都进不去的话，你就根本就不是玩家。对啊，就是韭菜嘛，就是工具，大部分都是在短线。嗯，但是短线觉得本质，我们本质上的可怜之处就在这儿，就如果只看这一生的话，嗯嗯，大部分人都是图快嘛，天天刷手机看抖音，觉得挣点小钱就图点快钱就行了。那我觉得，如果是正常人听我们这瞎说，就是又是像以前评论我说你赶紧找个正经工作，别在这天天瞎寻思了。就他们会有这个观点，咱们都有正经工作，而且他们可能他们的工作还不如咱们呢。对，但他们会认为我们在这瞎聊，就是没有正经事儿干，天天就在瞎想，杞人忧天。如果是两个月前的上海人就会这么看，但是现在2个月之后，上海完蛋了。所以这种人会少一些了。对，我就是你自己懂了，我是这样有这样教育，我是搞教学，我就知道哈。你懂了以后，是你自己懂，但是呢，你要想把别人就是说用最简练的语言，最就是你高度凝练出来，用最通俗的方法把那些东西，就是高维的东西，你给它降维，给这些没懂的人就是说点拨他们，点醒他们，或者说以最快的方式去教给他们，这是一种能力。而且呢，对你要是去踩了一遍，去练了一遍，对你的就是包括之前没讲，有时候你不懂之前不懂的，你给他们讲一遍，反而给你自己说懂了，是对你的过往的观念或者知识体系一个梳理和补充的过程，都是咱们是这样，就是属于相互补充嘛。对，嗯，也是自己的一个日记嘛，你以后回去看自己以前的观点，你发现自己以前在那瞎说不成熟或者偏激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而我以后我还决定我要和我的孩子一起做这些节目，就我都想好了，我说我要做到死嘛。这个是最好的教育，我跟你说，这个与其当然不排除就是应该让孩子去学校洗脑哈，但是也要告孩子也有不洗脑的这套东西在，这两个方面都让他学一学，各有各的好处和这个没有完美的教育嘛，对吧？哎呀，这个现在都已经是这个时代了，还什么完美不完美的教育？就是生存已经是都比较艰难了，在很多地区。嗯，对呀，嗯，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知道真相，这是我的观点，就是要孩子，我的孩子我会这么，我可能我孩子等7、8岁的时候，我就和他做节目。我给你什么建议？没有什么不可以聊的，就是知道真相也好，这个话可能是有些人可能会歪曲啊。应该是更可能性的去接近真相，然后呢我们做不到去改变真相，我们只能去做到怎么去应对它，互相交流，别你自己懂了然后就觉得你自己就懂这个天下了，你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互相做个补充，对，信息交流一下，咱也不是说什么，咱也不搞政治，也没有什么团体，是吧？咱就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更好的活下去。对，没有人知道真相。我认为就是整个地球上，就是你是知道什么层次的真相吗？说白了，对对对，就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讨论所谓真相，也就是了解一下谁在控制我们，我们得怎么应对危险，怎么防范这个将要到来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危险，就是尽量活得长一点，我是这个态度。对，我也不是为了救谁了。还有这个，对，作为这个粉丝来讲，给你提提意见啊。你这半年一年没有什么太多长进，就没有什么新料，你跟上这个媒体速度，你现在是以对话模式，但是我们还想听你单独的分析模式，这个不是一般人一两个人给你提这个意见，这个这对，可能是我们也理解你可能累啊，时间是怎么怎么样，但是
你过往那个分析都挺好的，不用你去剪接，就是你找一些资料新闻念给念一遍，说说你的想法也挺好。因为你这个逻辑的编排整合能力不是线性的，它那个东西可挺好的，就是原来那个模式跟两个模式可以并行嘛，丰富一下嘛。对，其实我自己我个人都感觉有点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嗯，不是不是，而且对我个人意义也不是很大，就是而且看的人也不多，他当然像有你这种就铁杆的志同道合的人，我跟你做还是不是做了以后，但这个铁杆词用的可能不是特别那什么，我就是说，不是铁杆，就是说，在你这儿我起码能找到一个基点，就是顺着你这个地方，我能起码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来源，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你这边走，对，这个起码是这个。你刚才说的我也懂。就是有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已经超过我了吗？你早就完全超过，你已经看了更多更多，所以你已经在我这儿没有啥新的东西可以看到了，发掘了。饥饿嘛，对啊，所以说最后我说为什么我之前做你节目说信息强嘛？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我知识能力的强了，就是再收集的话，我已经感受到，我当时我天天写好多好多笔记的，就做好多自己的梳理和回顾。我也是，我觉得。再要做的话，你就要就是去系统的梳理很多东西再讲，就变成了一种研究工作。哦，对，研究也得有，但是我趋势分析，我觉得你原来做的挺好的，趋势你不应该断下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继续做。当然了，你这个打击你老丁老师肯定会打击你，你这个平台是必定会被算法限制的，你这个东西总讲真实东西，谁喜欢听啊？因为这个本质上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大家愿意听那种快特别快的做的比较好的小众频道吗？就是，对，你属于小众频道吗？对，那你就按照小众打法来嘛。对啊，所以我就是后来我为了节省时间比较轻松就选择谈话模式嘛，这样不累，而且这样可以听别人的意见，还可以让嘉宾互动。也行，但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时间过长，像我这样有干货的没几个，出来就基本像你说的各种情绪宣泄什么，会影响频道质量。对，所以我之前还说频道失去灵魂什么的，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其实，因为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一开始做自媒体，我就是想弄出一个平台来，然后能和别人交流。一开始我想的是周围的亲朋好友什么的，现在我觉得不和周围的人更好，就和反正就不认识的最好。对对对，这样也不会暴露过多身份什么的，被攻击嘛。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已经局部的达到了我一开始想的，但是做的比较小嘛，然后没有什么动力，对，还是比较粗，因为个人有限嘛，时间有限嘛，还是比较粗，有些东西对，因为你想你又得去挖掘料，你又得梳理，然后你还得做出视频，你要真这么弄的话你得投入累，而且你得全职的全职，对啊，就没有什么动力坚持，这玩意儿不赚钱。对，但是确实有意义，所以我就老，为什么我老遗憾，怎么没有人出来，没有人出来呢？就是我想说，中国这么多，上海这么多人才，但是人家出来也不勒我们，对不对？他们自己弄自己的嘛，不屑我们，我们是。但是我也去主动去联系一些人，他们也不勒我，就是比如。如果说有大平台的人，咱们也可以去联系他，能不能那什么，对不对？一起联系，支援一下我们这些困难户，也没有人雷我。看吧，主要是看看以后会不会有，可以 Jackie 这种多来多 Jackie 这种牛人多来一些，对不对？是。就研究阴谋论时间长的，观察时间长的，然后愿意出来分享的，给钱也行嘛，我们可以给钱嘛。请嘉宾，因为英语频道我觉得很多是给钱的，他们应该是给钱叫人来那什么的。很多其实有水平的也可能不知道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但他们自己也不做平台呀。对，我以前就一直反复想，你今天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出来，对吧？因为你想几百年前就有人出来了，民国的时候那就都有好多人出来。今天这个时候还是，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有咱也没注意到，或者一下就被抓了，在国内不方便吧，一下就被封掉了。那应该是微信和微博里是有的，他们是以文字的形式。
对，我他有的，我能看出来，有高水平的，有的。他们因为中国的视频发不出来吧，一发就被审查，所以他们只能用文字，可能还能传一会儿。对，嗯。相信时间吧，还得需要时间，坚持做下去。你这频道质那量肯定的，很高，质量这很不是高。得看你这种人能不能坚持一起来。这个信息量如果还不够的话，那还得什么频道可以啊？你不能做成老高那样吧？看他那娱乐节目嘛，就是我知道有什么人才行呢，就是那种说相声的。对，他就是他有一套说话的技术，然后说的别人愿意听，节奏啊什么的，包括套进，对，然后他在讲这些内容。但是咱们没有这个，咱们不是这种人人才嘛，咱们就是都是相当于学术型的，书呆子型的，就是讲干货，但是不会给他润色的。不会用技术讲出来。对，我觉得那样的更虚伪嘛。那个，他们需要话术嘛，就是怎么讲，大家听得更容易、更方便、更容易一直听下去，就不能一直抖干货。得讲的有节奏，有什么？对，那种你就得搞笑一些，符合群众的口味嘛。对，去树立一个敌人，去诋毁他嘛，然后去挖挖他祖辈三代嘛。对，那个于谦嘛，和郭德纲那样的模式嘛。对，黑白分明嘛，善恶分明的这种形象，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嘛。但我们啥都说不清嘛，啥都说不清，你整来整去的就没意思了。对。行，那我家人给我做饭了，我就准备去吃饭了。咱们今天收获挺多，在你这儿好久没见了，然后跟你聊一聊，我也能梳理一下，把过往不懂的，在你这儿还能得到一些答案，挺好。谢谢你今天来这儿啊，最后剪一剪发出去，好，看看吧，有没有新的嘉宾再加入？对，然后今后有机会，咱们再找时间再聊，好吧？然后也希望你继续把这些频道做下去。肯定的，这肯定会一直做的。你来的次数多，就做的多一些。行，我没事再。看找时间再跟你说一说，可以梳理一下过往嘛。你再找几个你的这个高人朋友、嘉宾什么的。好。行，先这样，你先忙吧。好，行，再联系，拜拜。